我就是跟这个讲座有渊源的，因为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神学加油站的活动。那个活动呢，我们就会借塔冷通这个地方呢，就请些同学来呢，就分享交流一下的。那我们上一次的交流的题目呢，就是堂区更新。那那次讲呢，就塔冷通孝明堂的 Cammy 就在旁边听呢，就说喂，这个课题好啊，够抢喎，咁样就不如做一次公开讲座啦，咁所以我哋就变咗做呢个题目，个原因其实就嚟自呢度嘅咁。咁我写咗啲书啦，咁样。咁最近同堂区更新有关系咩呢？就系因为我喺公教部写一个叫做堂边学嘅专栏嘅，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咁呢个堂边学嗰个堂就系、是、其实就系堂区嘅意思啊。虽然我系教友，但系其实我即系我都有翻某堂区嘅啊，后边多数都会暴露咗出嚟噶啦，即系我翻边个堂区。咁但係我唔係好，即係由我領洗開始，我都係游離喺堂區側邊嘅，即係我冇真係認真加入過一個堂區，咁所以我就話自己係堂邊學，咁就寫咗咁嘅專欄，咁就講下，咁就講下同堂區有關嘅嘢。咁點解會揾我寫？即係因為我寫嘅時候，點解會寫呢啲嘢呢？就同我最後呢個新聞有關嘅。唔知大家知唔知有個咁嘅委員會？我哋有一個叫做天主教教友，其實漏咗兩個字，天主教教友延續培育委員會。咁呢個委員會咧，其實就係關乎教友培育嘅。咁最近呢幾年咧，呢個委員會咧個重心就擺喺堂區點樣去再培育教友。咁我因此咧，亦都因住委員會嘅工作咧，其實我去過好幾個堂區去探訪嘅啊。亦都比較關心咗呢啲堂區嘅事，咁所以就引發我即係、就是、對呢樣嘢有啲興趣，有啲未認識，咁就所以講下呢、這個題目啊。咁呢個自我介紹同埋呢個即係講座個淵源啦，咁跟住落去咧，我哋就會正式講啦。呢、這個所謂即係而家講堂區更新呢個問題，但係想問大家先嘅，你自己可以有咩諗啊？如果請你而家用一個詞語嚟形容你心目中嘅堂區現況，你會用個咩字眼呢？老化。老化，係啦。我喺我堂區望嚟曬，我望過七點半，望過九點，望過十點半，要去到望十點半呢，即係先至開始有啲比較年青嘅人出現嘅。我去望九點嗰陣嚟曬咧，全場最後生就係我女啦，啊，即係。如果望七點半咧，就好誇張嘅。你去望七點半嘅話，好誇張啊！咁樣，咁呢個係嘅一個老化，呢個係堂區面對一個問題嚟嘅。咁啊，唔一定要講嘅，但如果有興趣可以分享一下。因循舊制。因循舊制，我哋好因循，即係堂區好常，我都面對一個問題，就係不嬲都係咁做啦，係嘛？即係當你有個做法嘅時候，好常講就係、是。啊、最後冇得講嘅就係不嬲都係咁做啦，咁啊做開係咁嘅。我同嗰個女士一樣。係啊，都係即係因循舊制，呢個都係我哋好常見嘅咁啊依、這個情況咁。咁我諗可能大家其他人心目中有另外一啲字眼嘅咁，其實從頭先呢兩個你都睇到嘅，我哋對於堂區而家個狀況咧係有警惕，你可以話老化啦，係咪啊？我哋面對事實上係真嘅，呢、這個係即係佢唔係，其實呢個再廣闊啲就唔係淨係我哋堂區嘅問題啦，係成個香港嘅問題。不過喺堂區裏面咧，就更突出呢個問題嘅，更突出。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似乎我哋成日都面對嘅，就係、是、喺堂區裏面咧，好難做嘢。我哋覺得啊，總係好似不嬲係咁做啊，你好似揾啲新嘢去做咧，你好難開展到嘅，好難開展到。我估大家嚟听可能都是有呢啲咁嘅谂法先至会嚟听嘅咁样啦。嗰啲觉得冇问题，嗰啲冇嚟到啊咁样啊，即系因为啊唔需要更新啊咁。嗱，咁呢个即系堂区即系更新呢个咧，我都讲下个背景嘅。即系而家我哋即系点样突然间讲堂区更新咧咁。咁头先讲咗呢一个啦，就系延续培育委员会啦，我哋自己即系有咁嘅情况啦。第二，其实我哋今日教区讲堂区更新啦，个前提就系由于。有呢份文件嘅，教宗出咗一份文件，叫做《堂區團體的牧民轉變》，有呢份文件出現咗啊！唔知道在座有冇人即係睇過嗰份文件嘅，咁就網上面都 search 到㗎啦，有興趣可以去睇呢份文件。
咁基於教宗，所以呢個堂區更新呢唔係我哋香港獨有嘅問題嚟嘅，其實係一個世界性嘅問題，係普世教會嘅問題嚟嘅。所以教宗都睇到呢個問題呢，佢就出咗呢份文件。咁出咗呢份文件之後呢，教區呢就定出咗呢，就係用3年時間講堂區更新，講堂區更新。咁呢個亦都唔難諗嘅，因為要更新嘅話呢，就1年實唔得嘅咁樣。咁佢哋就話俾3年啦，咁樣做3年啦咁。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教區個背景啦，即係我哋話今日。咁但係其實背後仲有一個再大啲嘅背景，就同頭先講嗰個字眼有關嘅，就係、是、而家用個字眼叫做堂區更新，而家用呢個字眼，咁就比較溫和啲嘅。但係嚴格嚟講呢，如果你睇嗰份文件嗰個內容嘅話呢，我哋後面都會開始講嘅，就係、是、佢其實係如果用一個比較俗語啲嘅話呢，就係、是、其實係一個范式轉移嚟嘅。即係以前用咗其中一個款嚟做，即係以堂區呢種形式去做傳教工作，經歷咗好長時間之後呢，其實係唔 work 㗎啦。即係到咗今日，我哋係要尋找一個新嘅模式。嗰份文件呢，其實係從一個咁嘅角度入手嘅。咁我哋話嗰個唔 work 係點呢？咁如果你從宏觀啲嘅睇嘅呢，就係、是、即係現存個堂區模式呢再唔適應而家個社會狀況啦。咁我呢度點出幾點，點出幾點。第一點呢，就係、是、過去堂區就係以地域做單位㗎嘛，即係佢係劃分㗎嘛。啊，你其實你個堂區其實可以劃出個地方嚟㗎，大家有各有地頭㗎，即係可以劃得出嘅咁。所以係用地域做單位嘅。咁過去呢種用地域做單位嘅方法呢，即係個過去好長遠啊，講緊可能係講緊30年前啊。其實是得的，其實是得的。或者再遠一點的話呢，即如果我們從全球來看的話，尤其是過去很多所謂堂區呢，是在、鄉村的地方呢，這個劃分法呢是很自然的、啊、譬如歐洲，我都常說你去歐洲旅行，你去一些小鎮，你的火車快來到站的話呢，你第一樣見到就是那間哥德式的聖堂，因為那個地域呢就是以間聖堂為中心，大概呢個地方有人嘅地方，全部都係呢個堂區啦。其實就係咁噶啦。咁呢啲人自然就係呢個堂區噶啦。或者大陸其實前10年10多年咧，你都成日聽我哋講大陸最堅實、最忠誠嘅教友咧，就係嚟自教友村嘛。其實嗰個就係堂，即係佢就係用一個堂區模式，係一個用一個村嘅模式，用一個村嘅模式。咁所以呢，其實我哋到咗今日、啊、即使發展到今日呢，這個堂區係一條村嘅模式呢係未甩晒嘅。我唔知道，即係我哋後面再講落去你會掂到，即係我哋仲係用一種鄉村嗰個形態嚟運作我哋嘅堂區嘅。但係喺實際上面呢，這個形態已經係好多堂區都唔 work 啦、啊。我最記得呢，我哋去探訪聖 Julissa 嗰個堂區嘅時候呢，我哋即係去到啦，梗係客客氣氣啦，係咪？最初講咗你哋堂區好啊，好多人喎、啊、你哋好多台嚟晒喎，好多人喎、啊、咁樣。咁佢哋個堂區個牧民議會嘅其中一個 member 呢就好坦然，佢話係啊，我哋真係好多人啊咁樣。但因為呢，我哋呢個地域呢係好、啊、多地方都好容易嚟。所以其實呢，我哋係冇本地人嘅，係嘛？佢話我哋冇本地人㗎，即係全部嚟望，即係全部嚟慕道，好多人嚟慕道嘅，全部慕道咗之後就翻就走㗎啦咁樣。佢話所以我哋好慘㗎，我哋辦親活動咧就冇人嚟㗎啦咁樣啊。咁其實個原因就係喺個社會一路發展落去嘅時候咧，其中一樣就是交通便利啦，呢個係咁啊，打破曬呢啲堂區嘅概念嘅。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有好多原因，唔似以前我哋係就住個地域，我哋就去呢個堂區。啊，而家好似頭先咁講嘅方便，譬如我哋有一次我同聖雅加利大堂啲人傾偈，佢都話係咁嘅。佢話佢哋嘅慕道班嘅主力嘅人士咧，就係喺嗰頭翻工嘅人，即係喺度翻工。啊，翻到你知而家放工又已經晏啦，啊，所以食個麵包去夜晚個慕道班啱啱好。啊，
所以他们不会回圣马加利大堂的基本上。但你就面对这些困难，其实这些是很大困难来的。即是你以前那种所谓用你来得我们这里慕道班，来得我们什么的话，你其实是在我们这个地域里面的了，我们可以联系，联系不到了。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你用一个固定地域的概念就面对一个快速流动的状况。咁頭先嗰個固然係啦，另外一啲問題亦都好實在啦，就係我哋搬屋搬得好多啦，係咪？而且我哋搬屋搬得好多，又加上交通方便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嘅，我有一次教書呢，特登問下全場每一個人住邊返邊個堂區，有人係住荃灣返赤柱嘅。冇嘢㗎，佢以前返開咗赤柱，後來搬了去荃灣，他都是回赤柱，但個形態很不同，同一般的狀況。究竟他是我們的堂區還是我們堂區的人呢？這個是要重新思考。其實我們所以說堂區更新，其實是講緊這類東西。我經常覺得是你是整個款要重新思考，但是我們今天的堂區很多時候都還是保持我們幻想所謂堂區人，就是住在隔離屋邨那班人啊，但他未必是的，这个是第一个背景。第二呢，就是所谓巩固价值。过去我们说堂区呢有神父坐镇，神父亦都是一个牢啦，其实他很稳定你的。我们大家来堂区呢就听一些道理，大家一个共同的价值，你每个礼拜回来，于是呢你就有那份即是累積到那份價值啦，啊，然之後就好安心啦。好多時候我哋係採取一個咁嘅款噶嘛，即係喺過去嘅話，咁所以咧就日積月累咧，你就成個堂區咧，你翻呢、这個即係堂區嘅人咧，就好對到嘴嘅，好對到嘴嘅，即係過去形成咗一種咁樣嘅即係價值嘅取向。但係問題而家個社會咧，就已經變成咗一個好多元嘅社會，好多元嘅社會。即個價值是很多面的，有很多種可能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如果堂區那個取向呢依然是強調單一的價值呢，它本身面對很大挑戰，它就很難適應了。即現在顯露在這裡的話，有時候就是在一些培育的工作上面，譬如主日學，譬如舞蹈團，在這些工作上面呢你覺得很困難，因為你是有一個即是好你很想找住那個一元那個價值的嘛，但你面對那些人呢就很多款的，很多款。那究竟你應該怎樣處理呢？那現在堂區很多時候的處理呢，就是找緊自己那個一元咯。啊，即我舉個實際的例子，現在的細路哥可能他的想那個世界，或者他對於信仰的理解呢，其實是很不同的了，啊，其實他有些幾不同我都不知道，啊，因為實在太不同了現在這樣。但是我們可能覺得哇，你們亂七八糟了，不少我都不止一次聽過。於是，主日學的導師呢很強調什麼呢？朝拜聖體，啊，即是他回到他童年，即是他的經驗，即是我相信是真的，即是他細個很迷惘的時候呢，他透過朝拜聖體，透過親近耶穌，他得到一份安穩，啊，於是他未現在回來就覺得啊，現在 很亂，啊，朝拜多些聖體，啊，那你就很困難了，你那個困難就很大了，你事實上很難 work 到的，啊，但是那個有趣的地方，如果再說下去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又不是完全 work 不到的，他可能吸引到很少數的人呢是喜歡的。於是有時候就是靠這些少數人呢就保持那個循環，啊，但是其他那些不同的那些就走鬼了，就是那個情況會是這樣的。再下去呢，第三呢就是剛才，有人講的那個問題了，以我為主。什麼叫以我為主呢？這個是想講就是好了，面對很多變化的時候呢，堂區基本上現在那個處理方法呢就是剛才那個講法，就是找回自己的傳統，我一向都是這樣做，我一向都是這樣做，很難重新定位，很難重新定位。
但这个是这个是非常之难的事情的，就是我成日觉得成个堂会更新呢，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呢，就在这个位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堂区呢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呢，我就称之为一个是一个所谓些分二呢份堂区。即是你基本上你去区区那个堂区呢，你得到的服务都是一样的。你得到那些即是他提供的东西都是 一样的。其实为什么现在流动得这么容易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基本上是一样，个不同呢有时候就是个你称之为一个质素的不同，或者合不合你嘴型那样东西，比如有个神父你觉得他讲到差一点这个好一点，或者这个堂区你可能跟人闹过交，于是你去另一个堂区。但基本上那些馅是不会分别的嘛。我去这个堂区又是望这个弥撒，个弥撒又是一模一样的。我如果参加堂庆，他都是去甚至他因为连锁的酒楼太多，你其实都是去回那些酒楼的啫。即你其实没什么分别的，没什么分别。咁呢個呢喺以前嗰個問題冇咁大嘅，以前個問題冇咁大，但係今日因為流動容易嘅話呢，就牽涉到個問題。咁所以堂區本來係要諗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個堂區係喺呢個地方扎根嘅，我其實係應該有某啲特點嘅，有某啲特點，而我嗰個某啲特點呢就會吸咗某啲人嚟，而那些人不是去任何一个堂区，他是会来我们堂区的。好，我举一个例子，终于暴露自己回什么堂区了。我回圣本笃堂的，如果你知道就在沙田啦，圣本笃堂。我成日都，而如果你知道的话，圣本笃堂呢也都同时它是容纳了整个教区呢一个最重要的善别小组的。而聖本笃堂呢就是威尔斯医院隔离的，所以其实它是可以做和医院牧灵或者善别有关的中心的，即它可以用这个做主题，即它整个堂区其实可以用这个做主题去发展的。即 你很实在嘛，这些东西，因为你有很多好处的，你有特点，你跟着下去做的事工呢你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你就会吸到一些对这个课题特别有关的教友呢来你堂区的，然后就再发展下去。还有你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你的堂区有时候我们听到堂区都有他那个困难，就是他很迷茫的，究竟我要做什么呢？这样听见堂区议会的人呢，有时候他们其实都很有心的，但究竟他要做什么呢？这样因为你很难找到个焦点，很难找到个焦点去让大家愿意投入那份工作。这个就是他那个，就是这里讲这个重新定位的困难。但这个是很难的，这个是很难的。啊、所以后面讲大家做什么可以再讲。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如果大家可能都听过。北区某圣堂，你不要开人的名字，有录音的得罪人。北区某圣堂呢，堂區的教友因應社會運動，因應疫情呢，他發覺他們區很多人經濟有困難，於是他的聖堂呢終於的教友呢自發去搞祭品，搞搞下呢越搞越出色、搞到大家的心火呢熱曬、那呢就結果呢就想組成一個組織在堂區裡面呢去做這份工作。咁但係結果呢，限於一啲架構上嘅問題呢，就冇辦法喺堂區入面做到。佢哋最後，但係呢班教友我覺得係好犀利嘅，最後佢哋自己成立咗嗰啲非牟利機構，就繼續做呢個工作。嗱，佢哋咪睇到個社區嘅需要囉，而因為個社區有咁嘅需要，其實好多教友係好有心嘅，我覺得係。即係佢哋好願意做一啲嘢，問題佢搵唔到方向啫。咁但係嗰個限制有時候就係咩呢？就係、是、呢個堂區個概念呢，其實就依然係一個好固定嘅地域，好固定嘅架構式嘅一個狀況，係好難容納到呢啲變化，容納到呢啲變化。咁就係呢個就係困難嘅地方，我時常都話。咁所以即係點做呢係一個好難嘅，所以就喺呢個位嘅時候。
咁再講落去咧，就係、是另外一個其實又唔係限制嚟嘅，就係頭先講嗰樣嘢。呢、這個鄉村文化嘅限制咧，其實同禮儀教會嘅限制就連埋一齊嘅。啊，我哋頭先講過咧，就是、以前係用一個所謂固定地域，大家係同一條村咁樣嘅概念去諗。嗱，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可以幻想嘅，譬如以前歐洲呢啲小鎮，小鎮啲人咧其實全部都識嘅，全部都識，所以堂區咧係唔使做呢啲人際關係嘅嘢嘅。啊，佢要做咩咧？堂區唯一做咩咧？開嚟曬咯，俾禮儀生活你咯，做聖事咯。嗱，我哋而家個其實我哋而家個堂區係承襲咗呢種概念噶，承襲咗概念。所以我哋係一個以禮儀教會為主嘅，我哋今日嘅堂區其實是一個禮儀教會嚟嘅，主要係大家都應該有經驗啦。你翻聖堂，你幾時翻聖堂啊？參與彌撒啦，係咪？有幾多人係參與彌撒之外都翻聖堂啊？啊，好難啊！咁聖堂都唔開啊！啊，開完彌撒可能佢都唔開啦咁。即係我哋有一個禮儀，咁呢個喺以前嗰個狀況咧係冇問題嘅啊。因為大家認識的嘛，係咪啊？大家咪中意即係有其他嗰啲，咪自己聯誼咯，自己組織就得咯咁。但係到咗今日咧，我哋就面對困境，就係因為周圍啲人都甩曬啦。如果你仲係咁嘅話咧，你其實好難。其實呢個好難咧，亦都係影響到點解我哋如果在座有人係喺堂區做過搞過活動，你就知好難好難搞其他嘢嘅啊，好難有人嘅。個原因就係佢哋同你係冇脈絡噶啦，已經係。即係冇聯繫冇關係，所以你好難啊！我去過其中一個堂區嗰、那個，佢哋就講啦，佢話一年搞十個八個活動，啊個個活動都有二三十人㗎，即係個個活動都二三十人都 OK 㗎咁樣，咪全部都係嗰二三十人咯嚇、啊！所以搞活動又搞到死，去活動都去到死嘅咁樣啊！所以呢個係我哋即係要諗要思考嘅問題嚟嘅咁。咁同埋咧，另外一個弊端咧，所謂一個鄉村文化嘅局限咧，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哋咧就即係頭先講嗰種情況，我哋可能而家堂區咧，結果咧就有二三十人，或者大啲嘅堂區可能有一二百人係熟嘅。咁我哋個堂區咧就基本上係呢啲人噶啦。如果有人入嚟嘅話咧，就好難融合到嘅，好難融合到啊！我哋成日話咧，即係再最高層嗰個難融合咧，其實各個層面都難融合噶。最高層難融合咧就係本堂神父嚇、啊，即係有個本堂做咗十年咧，換個新本堂咧，其實佢都要融合嘅。通常會都係有好多煩嘅嘢，但我成日覺得嗰啲煩嘢咧，如果你聽得多嘅話咧，嗰啲煩嘢咧唔係一啲好原則性、好方向性嘅問題嚟嘅，好多時候都係好技術性、好周邊性嘅嘢嚟嘅。呢、這個就係所謂鄉村文化嗰個局限，即係我哋條村慣咗咁噶啦。我哋個祠堂拜神就係、是、插三條香嘅，而家新嚟呢個廟祝就話要拍四條，我哋真係好頂唔順啊咁樣。即係依類型嗰個爭論嚟嘅，即係唔會話。究竟我哋呢個堂區咧，係咪應該係走向去濟貧啦？啊，定係去喺街頭復傳啦？唔係呢啲問題嘅，通常呢啲問題就冇問題嘅，任神父講佢哋都冇問題嘅。啊，通常都係插花又有問題啊，即係個廁所幾時開有問題啊咁。即係通常咧，呢個其實就係好鄉村文化，我哋條村慣咗咁噶啦。你無啦啦曬個陌生人落嚟，我哋真係好唔慣。咁譬如另一個層面，我哋都聽過嘅。有專業人士的教友入了個堂區，即是修女邀請他入個堂區做一些專業的即幫忙。最初那段時間就不斷有教友來問、啊、你不用接 case 的，你星期日你收幾錢一個鐘的，會這樣問的，直頭是這樣問。那位教友是一個很成熟的教友來的，他就基本上棄過這些說話就算了，也都不再糾纏咁做，做咗三年，嚇、啊、條村就係咁啦嘛。你嚟住咗三年嘅話，你就成為村民之一啦嘛。而家冇事啦，好順暢啦，所有嘢都係。即係呢個其實就係所謂你睇到呢個背後，其實就係呢種所謂鄉村文化嗰、那個我哋條村嗰種意識形態。咁呢啲係最
最阻礙我哋成個堂區更新嘅。嗱，咁即係講講呢啲嘢，好似啊，於是好好難改變啦咁。咁就由於有呢啲嘢嘅話咧，其實嗰份文件咧就係、是。某個程度上都是回應這些問題，當然我不是直接回應香港這個情況，但是我自己看那個問題的時候，我覺得他都是想回應剛才提出那些問題的，即是一個堂區有這種所謂即是鄉村文化，這種以禮儀為主的情況，亦都面對不到社會的變化得很快，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嘗試 去提出一些重點，希望我們去改變的，希望改變。所以我先講在這份文件呢其實有什麼重點的、啊、不過呢就留意的第一個前提呢就是份文件其實不是給我們看的，不是給我們看的，其實份文件是給司铎看的、啊、所以最近我們拿著份文件 去討論呢，有些教友呢 都第一句，即不是第一句的，他看看他發覺喂裡面其實 叫神父做的，不是叫我們做的，這個是真的，因為、確實我不否認呢整個改變的核心，即是我們教會的情況都是，其實司铎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啊、如果他不肯變呢，你要變呢是很難變的，但是下面我們都會提大家，因此不是我們完全沒有事好做的，即是不是這樣。那他裡面提什麼呢？第一他提就是呢，我們要由聖堂，原本我們一間 building 一個建築物，走向沒有牆的教會團體，即是文件是提出這一點的，即是我們不要再被四縫牆限住了，我們不是說在這間聖堂才是教會來的，才是堂區，而是我們其實可以擺脫這縫牆。其實它就是針對剛才我講的那個地域的問題，即是我們今天很容易用了地域去限制了我們怎樣理解堂區，而文件想告訴我們不需要受地域的限制，或者不需要受個建築物的限制，因為教會其實更加重要呢，其實是一個團體先的，教會是教會團體，這個是先於我們，不是一間聖堂，我們是一個教會團體。不過這裡很抽象，這個講法很抽象，但是如果很具體講，就是我們可能首先要搞清楚我們整個堂區，整個堂區你是不是意識到你跟其他人是有一份聯繫呢？即是你到這裡是不是有一班人，他們是有一個共同的使命去做某些事呢？即是今天我們是沒有的，即是 很老實說今天是沒有的、啊、你一台彌撒，譬如一個堂區我們說了、一台彌撒三百人，一台彌撒三百人，由星期六晚到星期日那三台彌撒大概有一千人啦，千零人啦。但是这千零人里面呢，其实有哪些人觉得自己是这个堂区的呢？不知道。其实现在的情况我觉得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不知道。即可能其实有六百人都是在附近的，但也可能只有六十人是在附近的，我们不知道。如果有六百人在附近，这六百人是不是觉得我是这个堂区的一份子呢？又不知道。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因为你没有东西需要知道。如果我的堂区，是他刚才这样讲，我们固定了两个礼拜要派一次饭的，这个就是我们堂区的目标来的。那你就会有知道哪些人是你堂区的人了。因为他会来煮饭来派饭，那些就是咯。那如果你发觉你来煮饭和派饭只有60个人的、啊、那 你就是只有60个人的了。但是现在你没有嘛，因为你没有这些东西嘛，你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你其实不知道，永远都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堂区的活动的话呢，很多是比面派对来的嘛。哎，你都是老教友啦，回来吃饭啦，我们几多周年的话这样、哎、吃这样。買多兩張咁樣，其實你唔知佢係咪你堂區啲人嚟嘅。即係如果好具體講呢個所謂團體就係咁嘅意思，究竟我哋有啲咩人呢？即
呢、这個係我唔知作者有幾多人係喺堂區做堂區議會啊，支持佢。其實我成日都覺得你先要搞清楚呢啲問題嘅，即係呢啲係好實在嘅問題嚟嘅、啊。你得三十個人都唔緊要嘅，其實你最後發覺原來雖然台即係我哋聖堂係有一千人嚟望嚟曬，其實真係會喺我哋聖堂存在嘅人得三十個，咁你咪 mark 好呢三十個先咯，咁樣你就唔好幻想自己有一千人咯。佢再講落去咧，就話堂區係一個團體，呢、這個團體作為一個信仰團體咧，個目標係復傳，所以呢個團體咧係有目標嘅，就係我頭先講嗰種定位就喺呢個位啦。你要去為自己設立一個目標，讓呢個團體嘅人一齊去奮鬥嘅。我哋話教會係一個禮儀教會嚟嘅，即係禮儀都係好重要嘅。但係呢個禮儀其實係讓我哋共融，呢、这個共融其實就讓我哋出去傳教嘛，讓我哋做一啲嘢嘛。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好啦，我哋而家揾到啦，我哋堂區有依六十個人，有依六十個人，究竟依六十個人喺今時今日喺依個地方，我哋覺得我哋可以做咩係做緊復傳呢？就是我們要想的東西，即是你說你一起抄聖經是復傳，其實都可以的，是吧？就一起抄咯，那這班人就會 有團體這樣的了、啊、你說我們抄十本聖經出來派給人這樣、啊、或者展覽又好，什麼都好，其實你就做一些東西，其實就讓你有一個團體了，你要重新有一個團體先，你有一個團體，你去尋找個目標，一路落去嘅話咧，你就會揾到一啲更加適合你團體嘅目標噶啦。所以呢個就係即係其實唔係我講噶，文件係咁講噶咁。咁文件仲講另一個方向嘅，就係佢講承認咧現實裡面係多元化嘅，所以咧需要採取唔同嘅方式。即係話喺過去我哋傳教可能係好單一嘅。啊、到今日都是很單一啦，我們說我們堂區傳教的方法兩個啦，主日學舞蹈團，是不是就是這樣啦，我們大門就打開啦，是不是你要來就來啦，你不來就算啦，這樣我們就基本上是這樣啦。但其實我們有很多，即裡面他用了一個字眼叫相遇文化，就是其實我們可以創造很多機會去跟人家接觸，從而將我哋嘅信仰傳俾人嘅，即係個社會有咁多種形態，有咁多種可能。你留意一下咧，其實唔係完全冇嘅。近依一年咧，其實好多堂區，亦都唔少堂區咧，係同勞工事務委員會咧合作咧，去派飯，去派物資。嗱，呢個咪一個相遇嘅文化咯。不過你又要留意嘅，我哋嘅堂區生活咧，某個程度上咧，係習慣咗我哋要處於上風嘅。我稱之為，即係我去派飯俾人咧，我去派嘢俾人咧，呢、這個形態咧，我哋係比較容易接受嘅。即係嗰個相遇咧，要係我係即係穩陣啲嗰邊啊！我有時覺得唔係高低嘅，即係唔係覺得我要係做穩陣啲嗰邊嘅，我唔想俾人殺個措手不及啊！所以譬如你宗教相遇，你就唔係好想啦。同基督教嘅人相遇、啊、你就擔心啦咁樣、啊、即係你好，我因為我哋慣咗好穩陣嘅，我哋慣咗好好定當嗰啲，其實仲有好多相遇嘅可能嘅、啊、不過我哋、啊、所以都係有心，但我想講其實教友係有，從來我唔覺得，雖然而家我哋話堂區係老化咗好多，其實但我從來唔覺得堂區係冇呢啲動力或者呢啲資源嘅問題，係有好多嘢限咗我哋咯，限制咗我哋。譬如我哋好想穩陣嘅，啊，我哋好怕冒險嘅咁。咁但係文件就話俾你聽啊，喺一個咁多元化嘅社會，呢陣時我哋要尋找機會去相遇，尋找機會去相遇。咁仲有咧，就係、是、最後咧，就係、是、稱之為一個叫做陪伴藝術。喺呢份文件講咩咧？就話唔好以我自己為主啦。喺呢個狀況裏面，可能有啲情況我係講唔到道理嘅。或者是不適合講道理的，但如果我能夠去陪伴一些人去走他的人生那個歷程的話呢，其實都是一件好事來的，都是一件好事。
哋唔一定要所謂傳教成功，或者要人哋接受到自己，但係揾一啲機會咧，係去協助呢啲人，協助呢啲人。呢、這個協助咧，亦都唔係真係要逼人哋改變，而係作為一個陪伴者。咁其實佢係想扭轉咗咧，我哋事實上成日都以我哋堂區為主呢種狀態，而我哋未必係願意咧，係對其他人咧係即係放手放鬆一啲，即係呢一種情況咯。咁所以我哋就話咧，文件就係提出呢幾點，其實係好有意思嘅。我覺得個即係文件係。是很落地的，这份文件是，即大家有兴趣去看，前面那部分不是太难看，就是讲这个部分，后面跟司铎讲的很复杂的，你 不要理他了，这样即牵涉到教会法律啊、架构啊那些，你不要理他。前面其实他讲这几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让我们去重新想想，其实我们堂区作为一个信友团体的话，应该是去怎么做。好了，那讲到这里，我们就问了，那即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有啲咁嘅項目嘅，我有啲咁嘅項目，但我想講其實個根源係咩先？頭先講過啦，實際上司鐸唔肯變咧，你係變唔到嘅，呢、這個我唔否定。即係如果司鐸堅持咧，你係變唔到嘅。但係我想講咧，其實喺今日嘅堂區咧，好多時變唔到，唔係喺個司鐸身上先，有一個再深啲嘅原因咧，係個文化變唔到。即係嗰個係一個再深啲嘅原因嚟。如果個文化係有改變嘅話咧，司鐸可以阻撓或者可以延誤，但係佢唔會令到件事完全冇得變嘅，完全冇得變。即係我時常都覺得係咁樣。我又舉一個例子啊，舉一個例子有機會得罪人啊咁樣。咁啊，諗下點調適佢，等下唔好俾人暴露個真相先咁樣。即个古仔改咗嘅咁样啊，个讲法系有一次，即系弥撒喺弥撒当中，个神父即系咁嘅天气，夏天嘅天气，个神父坚持要闩冷气，即系热到呕电咁样，咁但系啲教友咧就好唔满意，但系都去闩，结果大家咧就热到。即係熱到死咗咁樣，咁結果都係咁樣過咗一齊離散。點解要閂冷氣？唔知道，即係神父總之而家唔中意開冷氣咁樣啊，例如佢覺得唔環保咁樣係嘛？當佢話啦唔環保，所以咧就閂冷氣咁樣。咁但係大家熱到嘔電咁，咁但係照開離散咁嘅情況。咁而且大家唔出聲喎，大家唔出聲喎，唔同嗰個神父爭論喎咁樣。嗱，咁其實我就覺得呢個咪係一個文化嘅問題咯，一個文化嘅問題咯，即係我成日話呢啲其實就係鄉村文化嘅特點咯。村長點講咧，總係有佢嘅道理嘅，係嘛？同村長嘈咧，危險好大嘅，所以盡量都係唔好啦。其實村長可能只不過你同佢講下咧，就已經冇事噶啦。村長只不過係唔知環保上腦咁樣，佢突然間咁樣，佢唔知道你哋咁熱嘅，可能佢即係天生異品啦咁樣，佢唔熱啦咁。即會有咁嘅情況嘅咁，咁所以我覺得個文化改變係好重要，個文化改變係好重要。我後面會講改善神父講到啦，我呢度講咗先個例子啊。有人聽過呢、這個？我以前細佬哥細嘅時候咧，我要跟主日學咧，就所以就要翻某個堂區。咁逢係暑假咧，我就周圍去嘅。暑假我就周圍去。嗰次咧去到某堂區，即係我從來未去過嘅嗰個堂區，去某堂區望彌撒。我對於神父講道已經是很寬容的了，基本上他跟那天主日講道的經文講，講到什麼地步我都覺得接受的了，因為我們說聖神必然在其中之類的這樣我都接受了。不過那天那個神父真是大開眼界，他一開口就說我不講今天的經文，我講下個星期的經文，我眼都突埋，你什麼事？為什麼？是吧？同埋是唔得噶嘛？你个负责就系讲今日经文嘛，你唔能够讲下个礼拜嘅经文噶，系咪啊？佢真系咁讲。咁讲完咧，佢讲完道之后咧，即系唔理佢讲成点啦。总之嗰度弥撒完咗之后咧，其实我就想同佢讲啊，神父你系唔可以咁做嘅，但系就见唔到佢啦，即系说声就唔知道去咗边啦，咁样见唔到。咁我同嗰个堂区啲人讲翻咧，我好震惊。
我同堂哥講啲人咧，嗰啲人竟然回應我話：佢唔止一次係咁噶啦。咁我跟住問你哋有冇同佢講過啊？冇人同佢講過。嗱，依個係一個問題嚟嘅，依個係一個問題，係咪啊？你其實依種唔係佢做得差，嗱，佢固然係有問題，但你唔去同佢講，你本身都有問題嘅。咁你個問題喺邊咧？就係喺我哋個文化當中咯。呢個係一個文化問題嚟嘅咯，你係形成咗某啲文化先會導致你會係咁咯，係嘛？你試下你個仔同你講啊，我唔做今日啲功課啦，我做下個禮拜啲功課咁樣，你會唔會唔夠膽話佢啊？係嘛？你鬧到佢飛起啦，肯定係嘛？即係就係咁嘅道理啦。所以你要留意嘅，我哋其實想講咧就係喺依度嘅人，你聽咗，你可以做好少嘢，可以做好少嘢。但我相信好少嘢一路做落去咧，其實慢慢會改變嗰個文化，即係依個係好重要嘅。如果個文化係改變咗咧，係容易改變好多嘅。咁所以你見到呢度講咧，其實都好簡單啦。第一，同你講到咁耐啦，或者下面講嗰啲嘢咧，你睇下你認唔認同啊？首先你認唔認同先啊？你唔認同都唔緊要嘅，你唔認同，你諗到一個更加有意思嘅方法咧，都係好事嚟嘅。好，如果你認同咗咧，請你翻去堂區咧，同人哋講下。咁你未必要拗贏人哋嘅，但係至少講下先。咁如果你再進取啲嘅咧，就同嗰啲負責人講下以下呢啲嘢。啊，即係你跟住會見到噶啦咁。啊，你可以攞 PowerPoint 同埋攞錄音嘅咁都行。再進取啲咧，係推動嗰啲負責嘅人咧，或者鼓勵佢咧去做呢啲改變。或者做以下的事，再進取一點就跟你本堂說，終極進取就是你自己去做那個負責人，這樣直接改變，即是我提議大家 由最輕的到最，即最投入的都可以做的，都可以做。好了，那就開始即進入那個真，即我稱之為一個務實的思考，前面那些是比較闊的，即是整體的思辨性的，講一個比較實在的講堂去更新。即如果我們在座，即這個題目是跟你有什麼關係嘛，以下的部分就直接跟大家有關，可以說是，就是說如果堂區要更新的話呢，第一件事其實要重新去找回一些目標先，即堂區裡面每一個部門其實都有的，你要找回一個目標，目標要明確一些的，可量度的，甚至可以說是。第二呢，我稱之為掌握信息的。等一下會說，其實簡單說就是，其實今天我們的堂區運作呢，很多時候都用一個很混沌的方法，我們沒有數據的。即各式各樣東西其實我們都沒有，憑感覺走，憑經驗，憑過去那個即做開是這樣做。那你說我不想做開就是這樣做，其他時候就是你牽涉到你掌握什麼訊息，即 你覺得他做得不妥，有時候你講不出那個訊息，講不出那個資訊，講不出那個數字，講不出一個新的做法，其實就不行的，所以掌握訊息很重要。第三就是另一個方向，就是說其實如果我們一個團體的話，首先要有聯繫先，即究竟我們堂區，這個對堂區來說都是很困難的事的，但是在現代科技之下，我覺得幫助很多的，就是我們要跟人聯繫得到先，聯繫得到先。最後呢，就是怎樣去形成個團體了，團體感的問題了，這就是這四個方向。以下再講下去的時候呢，我們就會就是就著份海報上面的問題呢，我們逐一個去講的。好，第一，點留低新教友？第一個問題，數據的問題了，信息的問題啦，掌握信息，究竟流失了多少呢？在座有沒有人是舞蹈班負責人？你可不可以告訴他，其實你落堂區流失了多少新教友呢？我們經常說大數嘛，大數就說了，今年有3000多人領洗，有一年做過調查的，發覺不知一年之內就流失了60%，即大概的數字是這樣。那你堂區究竟流失了多少呢？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来的，舞蹈团从来不理这件事的。你有没有在座有没有人舞蹈团开会讨论自己流失了多少新教友的？
係流失嘅定義係咩先？但呢個係好問題啦，流失嘅定義係咩先？就因為你根本冇傾過，所以你連呢個定義都冇咯。嗱，呢個其實牽涉到嗰個聯繫嘅問題咯。OK， 你今年舞蹈團有100個人領咗洗，一年之後你去聯絡翻呢100個人，你咪知道其實原來咧有70個人咧就去咗聖馬加利大堂嘅咁樣。有30個咧就以後都唔翻啦咁，咁啊睇下你自己堂區點決定啦。咁你覺得我流失咗100%又得，我流失咗30%又得，係咪啊？但問題我哋冇嘛，我哋冇去，我哋冇聯繫，於是我哋冇數據喺手，於是我哋冇辦法定義，於是我哋冇辦法改進。原來我哋堂區咧其實好成功嘅，雖然年年啲新教友都唔見曬啫，全部翻曬佢自己堂區。所以我哋咧，呢個係一個中轉站嘅堂區嚟嘅。我哋為其他堂區服務，叫佢哋回水咁樣，係嘛？即係呢個係一個可能性嚟嘅。唔係，其實你嗰度主要係五分教友嘅，九成消失咗。啊，呢個係第二個問題啦。你主要係五分教友嘅，所以咧，你十個慕道者咧，有七個都係五分教友。咁結果咧，你就流失咗5個。結果流失咗5個。咁呢個其實好有趣喎，你應該探討咯。點解嗰2個冇流失咧？同樣係5分教友，佢2個點解最初入嚟諗住坐到夠鐘就走，佢最後不走咧？或者調翻轉就係，如果你有7個五分教友，7個都走曬，咁你通常而家舞蹈團我講嘅就係、是。唉，佢哋係五分教友嚟噶啦，冇符啦咁樣。喂，耶穌抌咗佢俾你玩咗年半喎、佢最初係五分，佢結果又係五分，你做咗咩啊？所以點解舞蹈團唔討論呢啲問題呢？因為討論落去好傷心。同埋個困難係點啊？當你討論落去，你要改變。個困難係咁，我教咗30年舞蹈團啦，我都係用呢個方法教嘅。你而家話我唔 work， 其實對唔係，我想講對嗰個教友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即係我唔覺得因此應該一刀劈過去就話佢唔得。即係點解我哋一個文化嘅改變就係咁樣？你要慢慢俾佢明呢套嘢，即係慢慢去做嘅。譬如你首先執，你唔好咁快去判定佢唔得先，你收集數據先，大家睇到個數字，大家諗下先。即係呢啲唔係呃人噶嘛，又唔係我作出嚟嘅，係咪先？你咪去睇下咯，咁究竟走咗幾多個啦？成日都話教友流失啊，原來唔係嘅，我哋堂區好勁嘅，其實冇流失，或者只係流失咗一半啫。咁對比成個教區嚟講咧，我哋已經勁啦，佢流失咗60%，我哋流失咗一半。唔係呢個都值得探討嘅，證明你成功啲。咁你成功喺邊度咧？咁唔係嘅，原來你流失90%嘅，咁你又要諗啦。即係呢個就係啦。同埋呢個係第三個問題嚟嘅，就係、是、究竟係邊個要將新教友留低？因為喺今日嗰個運作裏面咧，舞蹈團係唔係負責將新教友留低嘅？舞蹈團係基本上係將新教友送走嘅。點解我咁講呢？第一，你叫佢做舞蹈班嘛，係咪啊？你見我用舞蹈團呢個字眼嘛？你又叫佢做舞蹈班嘛？班有咩特點啊？你即係上興趣班，有咩特點啊？過去，你俾錢嗰陣時候就問有幾多堂嘛，係咪啊？係嘛？會完嘅。我嚟學完嘢咧就走噶啦。而你喺舞蹈團裏面咧，你成日都提佢，我哋而家係朝向緊領洗啊，我哋係朝向緊結局啊。你其實係個意識形態係咁噶嘛？你再唔勤力啲翻嘅話咧，你結唔到局噶啦，你領唔到洗嘛？領唔到洗就完唔到啦，完唔到先要再翻噶嘛？要繼續翻嗰啲好慘噶，嗰啲係你勤力啲領到洗，哇！一個好大型嘅畢業禮，係嘛？頒啲獎俾你咁樣，
所以你第二日就可以畢業就唔使再翻啦。你其實成個舞蹈團個意識形態咧係 ready 佢走噶。你好少見到舞蹈團本身係準備俾佢留低嘅。咁嗱，我又唔係怪舞蹈團啦，成呢套嘢一環扣一環嘅，因為就去到第四個問題啦，留低做咩呢？留低俾人望嚟殺咯，啊參與嚟殺咯。咁所以如果有啲堂哥其實佢有意識嘅，佢就早啲要佢開始參與嚟殺，希望咁樣過渡到去，即係佢個意識就係咁啦。咁裏面咧其實牽涉到好多好多困難嘅。第一就係你個舞蹈團係幾時上，即係好實際嘅問題。你平日上要佢主日翻嚟殺，其實本身你好難 control 啦，亦都好難建立佢咁嘅狀況。第二就是不是個個都那麼容易進入那個狀態的，因為現在你只有一條路啊，即是現在 的留低就是參與離散的，其實留低沒有第二條路的嘛，留低就是參與離散。那這條路其實是很窄的，即是為什麼我這麼說呢？譬如你剛才說的五分教友，我即是現實考慮，我以前都教過一期舞蹈班，你知而家啦，啲父母好有遠見㗎，啲五分教友嗰邊幾乎未出世佢就嚟舞蹈嘛，即係仲喺個肚嗰度，所以你好佩服佢㗎嘛，我其實好佩服呢啲家長啊，未出世佢就冇舞蹈，好啦，到佢領洗就出世啦。你諗下你個 B 得啱啱出世，你點翻離散啦？嚇、啊！咁至少兩三年翻唔到離散，就算佢真係有聖神的恩寵很強烈，咁樣佢至少有兩三年翻唔到離散啦，聖神都頂唔到兩三年啊，係咪啊？即係你好難期望佢兩三年之後會翻嚟啊，除非佢個好擔心上唔到嗰間小學嘅啫。即係你面對嘅係呢啲好實在嘅問題啊嘛，即係嗰個問題唔係話我哋邊個好邊個啱咁樣，你係一個好實在嘅問題。OK， 咁你如果你個堂區係好多呢啲五分教友嘅話，你係咪有第二條路俾佢咧？如果你冇第二條路俾佢，佢就係流失噶啦。即係你要咁樣思考個問題，即係嗰呢啲係一啲好，即係點講話一個即係具體嘅問題，就係佢係一個好真實嘅問題嚟噶嘛。即係你為一個初信嘅人嚟講，你唔能夠期望佢已經準備殉道咁嘅態度嚟翻正堂噶，係咪啊？其實你要培育佢慢慢進入呢個堂區嘛。但係你冇，你就係一條路啦。你一係就翻嚟曬，一係唔翻。咁佢翻唔到，咁所以某個程度上有陣時候，我覺得我又好佩服嗰啲代父母嘅，即係不斷去叫佢翻，即係佢好好嗰啲代父母，即係依個咪睇到我哋其實我哋嘅教友都係嘗試去做緊嘢嘅，即係近年係好興起講話啲代父母嘅責任啊、個功用啊咁樣。其實我哋係嘗試去調節一樣嘢，但我想講依個只係其中一條路嚟嘅，其實仲有其他路要諗嘅。但一想其他路呢，其實就很難想，為什麼呢？我們總是覺得你不回離殺就是不行，這個就是我困難所在，就是文化改變，就是你要接受到有人是在這個時段，他是可能是很間歇性才回到離殺，而你願意跟他 keep 住個聯繫的這個信仰團體，你是願意陪伴他，让他慢慢走回上这条路，而不是以我为主的。我们做教友就是要参与离散，你不做，你不参与离散，你不是教友了，那你不是教友咯。即是 你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嘛。同样地了，主日学也是这样，其实个逻辑一样的，究竟流失了多少呢？没有人想面对这个数字、啊、以我的目测、啊、我回啊、有聖本督的主一學的導師在這裡，馬上不想，而我目測應該是九成以上的、啊、即至少我女兒還是在那裡舞蹈班的人，那些小孩呢全部我都未見過了已經、啊、我女兒也回到尾都不是回那裡的主一學了，即是九成以上的。那如果你扮一個教會團體，你的目的是培養小朋友，而結果你的結果是九成以上的人最後是消失了的，很明顯是個過程有問題、啊、
唔係推銷，我啱啱今期公告我寫嗰篇就係講呢樣嘢嘅，就係因為我哋上次堂區更新嗰個聚會，其中一個人就講人哋基督教嘅做法，人哋基督教的做法佢就話啦，佢哋嘅追學翻嚟玩啊，一個月得一次查經，仲係啲細路自己查亂查啊，過咗六年之後咧就全部變曬 friend 啦。我哋嘅主日學咧就係俾咗六至十年時間你，以前仲長啲噶嘛，以前係俾六年時間你，你係可以搞到佢哋全部走曬，其實你都功不可沒嘅，真係。即係你都要好勁先得，係咪？個個禮拜見呢班細路，個個禮拜一齊六年，全部冇關係嘅一齊走曬。你一定係下咗好大功夫先至做得到，即係咁嘅功效啦。啊、即我知主日學的導師很不喜歡這樣說，這樣但那個問題是這樣，即問題是這樣。那還有我觀察的情況呢，這裡說流失了哪一類嘛，或者說留低哪一類呢，就是我剛才這樣說了，我見到現在還留低的青年呢，在教會呢就是禮儀青年了，即對角色的禮儀很有興趣，對於那些袍啊icon 啊，好有興趣嗰啲就留得低啦。嗱，其實你個培育咧係有功效嘅，所以係即係頭先講嗰啲就係俾你搞到走咗嗰啲，你留翻邊啲人咧？你就係留翻呢類青年咯。所以你做嘢唔係冇效嘅問題，係你想做邊啲啫。而家咧就係處於一個冇意識嘅過程裏面咧，就造就咗呢啲。其實你可能想留埋嗰啲嘅，咁你就要做下其他嘢啦。你就要做其他嘢，你唔能夠淨係做依啲。因為而家我嗰陣時，我女翻我都好有經驗啊，成日叫佢哋就向聖體跪鞠躬啊，記住耶穌哥哥喺入邊。你做依啲嘢，你未吸到嗰類細路哥咯，即係佢如果真係對依樣嘢有感受，唔係壞事嚟嘅，呢個係。問題就是有很多細路就覺得我咩歌啫咁樣嗰啲，咁你都要處理噶嗰啲小朋友，你唔能夠你唔啱啊咁樣，你對耶穌唔恭敬啊咁樣，耶穌唔中意你啦、啊、你唔能夠咁噶嘛，即係你就係面對依啲咁嘅問題咁樣。咁同埋最後一個問題同嗰個都一樣嘅就係、是，究竟年青人留低做咩咧？依個係更加嚴峻嘅。如果我哋話成年人佢最後要佢參與離撒都 OK 啲，你今時今日仲希望一個？十一二歲的細佬哥願意每個禮拜嚟參與離撒，真係好高難度，真係好高難度嚇、啊！即係你依個係事實嚟嘅。咁如果唔係咁，我哋仲有啲咩嘢俾佢咧？其實依個主一學，其實唔係淨係主一學嘅，其實係成個堂區要諗嘅問題嚟嘅。不過我覺得主一學應該係去做主導嘅。其實無論慕道團或者主一學咧。而家係處於一個好奇怪嘅狀況喺堂區裏面，就係佢哋管過程唔管結果，而個結果冇人管。你明我意思啊？佢其實好辛苦嘅嗱，我依度冇否定主日學同埋舞蹈團嘅導師，我自己都做過舞蹈團嘅導師，其實係好辛苦，有好多人真係好撲心撲命去做好多嘢，主日學都一樣嘅，其實好辛苦。在一個過程你做了很多事，但事實上你沒有做到一個結果出來。但我們現在的形態呢，是他們不用理結果的，即是他們的做法，他一完了領了洗是不是準備開下一班咯，這些人就跟我無關了。最後都問、哎、上到去最後、現在領了一起領了堅陣領了聖體，我又去下一班了，我又變回 一年班，又再帶他們上來了。咁呢個體制本身係有問題嘅。咁呢個體制嘅問題就係、是、你個堂區其實就係冇一個目標咯，冇一個整體嘅目標，或者冇一個整體咯，大家分割嚟做嘢咯，所以你做到嗰度就完啦，完工就完啦。咁呢個就係嗰個困難所在。好啦，跟住再刺激啲啦，點幫神父改善講道質素？嗱，依個問題我想講咩咧？我稱之為一個主線任務同埋支線任務，好似打機咁樣。其實你未必改到嘅，未必幫到、啊、但係你真係可以諗下嘅。
你真係可以諗下，即係我發覺出呢個題目嘅時候咧，大家第一個反應就係冇可能咁樣。但個冇可能係咩咧？就係冇可能，其實你個腦諗唔到任何嘢，你個腦諗唔到任何嘢出嚟。其實有好多個 level 可以做嘅，譬如我舉例最輕頸嘅 level， 你同堂區司铎、主任司铎講，我哋開個 WhatsApp group， 請一班資深教友你信得過嘅，你覺得安心嘅，每個禮拜一，啊，睇下你幾時預備講到啦，每個禮拜四、禮拜五，一人 send 一個佢哋自己喺呢個禮拜最關心嘅事俾你。是吧，如果發覺個個都關心呢件事嘅，啊，個個都話阿富汗好大劑啊咁樣，咁神父睇到你可以考慮講呢樣嘢，係咪？咁冇殺傷力啊，係咪？你可以唔講噶嘛，我又冇話你一定要跟住我講，即係你諗到一睇嗰個問題，你就覺得你督住神父要佢點做，唔係咁樣，你可以咁做噶。咁可以呢個係起點嚟嘅喎，啊，發覺如果真係 work 嘅，做落去。交流又再多啲，系咪先？即系呢个其实嗱，我想点出嗰样嘢就系，我哋好多时候我哋自己都会系嗰种乡村文化嘅。我哋成日话即系做开咁就咁，其实个问题就系我哋自己都惯咗做开咁就咁嘅。你觉得好多位系谂唔到新嘢嘅，实际上系可以谂到新嘢。所以我点解呢度讲咧？其实就系、是。即其實是一個建立關係，我想講這個幫神父 改善講道質素呢，不是有時候不是要處理他的問題，有時候反過來是一個團體的問題的，其實他都是團體一份子，他甚至是團體裡面最重要的一個，而我們基本上沒有跟他交流的，而他跟我們最大交流呢，其實就是講道，其實就是講道。咁喺趁我哋可唔可以用呢個做切合點咧，去同佢建立關係咧？呢、這個關係係雙向嘅。我哋可以話俾佢聽，我哋作為一個教友，我作為一個堂區呢、這個堂區團體嘅一份子，我其實係關心咩嘅咧？即就算佢唔用啊，頭先講嗰啲佢唔用，佢至少會睇啊。佢睇到佢知你係點，呢、這個其實係一個交流嘅切入點。所以我就覺得係即可以咁做嘅。第二咧，你都可以個做法係咁嘅。我成日覺得你唔想咁負面嘛。我哋成日都話，你開個咁嘅群組，或者你甚至再開其他嘢。後面講知識任務嘅時候講，你係讓人哋讚神父嘅好處都俾佢知下。即係有時我覺得神父都係好孤獨嘅，即係孤獨嘅講道家咁樣。即係佢個個禮拜都喺度講道，其實佢唔係好知道你哋聽咗啲咩噶嘛。我成日話，我哋成日話有某啲神父講得好差，其實可能佢自己覺得自己講得好好咧。因為通常個情況係點咧？係唯一係咩情況嘅咧？唯一就係佢某次講得好，或者某次觸動到某個教友，嗰、那個教友就走過去同佢講嘛。咁所以喺佢嘅認知過程裏面，佢就覺得、哎、其實我講得好好喎，係咪？佢有咁嘅偏差唔出奇㗎咁樣。咁所以你可唔可以建立一啲渠道係初頭可能係讚佢啦，後尾可能係。在讚裏面都有少少批評啦，就讓佢知道自己要點改善。所以我覺得科技係幫助咗我哋好多。叫你當面講神父講得唔好咧，你真係腳都軟埋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可以建立呢啲渠道嘅話咧，其實可以做啲嘢嘅，可以做啲嘢。咁同埋如果佢真係好嘅時候咧，其實佢就有成功感。我成日覺得，如果無論好壞，如果有 feedback， 個 feedback 係誠懇嘅，真係即係認真嘅，其實佢都係一件好事嚟。其實都是好事來的。再下去我說支線任務呢，其實就是技術支援，就是今天的科技那麼進步呢，就好像剛才那麼說，你可不可以做一些 Google Form 給人家填呢、啊、講道或者調回轉，你說提升個講道的質素呢，還有一些方法的，當然這些再難一點，就是神父，如果那個神父有神父講道是寫講道詞的，那講道詞可不可以提前交出來呢？或者他可不可以講到前，不要說整份提前交出來，交個大綱出來呢？即我們今天有時聽到聽極都聽不到的原因呢，即神父講到實在太天馬行空嘛，我聽聽下都不知道去了哪裡了。另外就有些神父因為廣東話不夠正，即有時聽得真的很辛苦。喂，你有個大綱，我至少
跟到啊，係咪？我知道你大概講咩啊？咁其實呢個都係改善嘅一部分嚟。而我覺得呢個部分其實唔難做嘅，唔難做啊。咁你又話神父肯唔肯做啦？咁你未問過啊？你問過先啦，咁樣係咪啊？即係 有可能嘅呢啲事情係。而我想講，其實無論做邊樣嘢都好咧。其實呢些事都是幫助緊個團體。嗱，我哋成日記住，我哋唔係去針對神父做得好或者唔好，其實是為咗個團體。無論你是回饋俾佢，或者是令到教友更加容易接受嗰、那個講道嘅內容，其實都是為咗團體嘅益處嚟。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教友喺離散當中，佢係好想聽到一啲對佢有影響嘅內容嘅咁。問題有時就係、是、即各種原因令到佢即係失去咗啫咁。好，嗱呢個就係打破牆嗰個講法，其中一個講法就係、是、我只係舉一點啫，其實仲有好多個可能性嘅。呢度就講學校啫。究竟堂區同同區嘅天主教學校有冇聯繫咧？即係你可以去問嘅。第一你自己講不講得出，或者叫牧民議會的人講不講得出，究竟有幾多間天主教學校啦，你個堂區裏面的。第一。第二，有沒有同那些堂區那些學校的宗教科的人士呢，或者牧民助理呢，通過電話呢吃個飯呢？你現在就是這樣了，你個堂區就是你個聖堂嘛。其實不是的，大量的 target 呢是在學校的嘛。而家學校好多時候佢都係唔夠力去做呢啲嘢噶嘛，咁究竟我哋有冇諗過同佢哋聯繫咧，去做一啲嘢咧？你又知唔知嗰啲學校教友嘅實況咧，有幾多教友咧？我最近有一次去，我先知道，即係講個數字，原來而家全香港有七間天主教學校，好似係一個教友都冇嘅，一個學生係教友都冇，係啊。有 95% 的學校是不知道不超過10個啊，還是怎樣的。即其實是很多，你數據都沒有的，你其實不知道。多有多做，少有少做，其實你可以去知下的。可以去知下。即又是回到那個問題，就是第一你要知道先。你如果全部都不知道，其實你當然沒有做啦，是不是？你知道先，哇，原來發覺哇，他那麼多人，但其實沒有的。咁再落去咧，其實你可以了解一下嘅，究竟喺堂區入面有幾多家長？呢啲學校嘅家長，佢本身就係你堂區嘅教友咧。嗱，呢啲就係一個好重要嘅資源嚟，即其實佢哋係可以做一啲嘢。嗱，佢哋做嘢咧，其實係幾贏嘅，因為對佢又有好處，對學校有好處，對堂區都有好處，即全部人嘅信仰咧都會有幫助的。即其實幾層都有，幾層都有。咁但係我哋好少會去留意呢啲嘢嘅咁樣。咁同樣地啦，再落去就係問啦，有冇揾人哋幫過手咧，或者有冇幫過人哋手咧？即逐步去我哋去諗嘅。其實學校，當我哋話打開縫牆嘅時候咧，你唔好諗到好複雜嘅，有時候眼前就有啦。隨時你本堂神父就係佢校監添。其實好多位可以做嘢嘅。問題是我們很少想到堂區會做學校的事，即我們將它很自然分開，但實際上我告訴你，其實今天的學校呢，由於各種原因，其實他們那個即宗教力量已經是很薄弱的了。如果堂區是有人呢慢慢摸索到是怎樣去幫他們的話，或者合作，我們稱之為，其實是很大幫助，很大幫助。即係可以由一啲最基本嘅嘢做起先嘅，例如叫佢哋過嚟朝下聖啦，係咪啊？即係嗰類嘢都可以做噶，至少有交往下，咁漸漸你可能就會揾到一啲路數啦。好，改善捐獻情況。改善捐獻情況，第一個問題我要問嘅咧就係堂區究竟有冇錢咧？我到而家都我翻過幾個堂區，我從來都唔知道堂區有冇錢。我在聖母宗堂呢，我記得呢，有一年呢，我見過他們貼了一個波出來的。啊，那年好像負債100萬的，那樣那年出了個數，嚇死我這樣。
即係究竟堂區個運個經濟運作嗱，我想講咧，捐錢呢件事係好微妙嘅，佢唔係純粹要使唔使錢嘅問題，即係其實捐錢都牽涉到你參與個堂區有幾多嘅，即係嗰個係一個參與嘅其中一個指標嚟嘅。啊，咁但係問題，如果我唔知道堂區有需要，我就好難會喺捐錢裏面咧得到呢種參與感。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我都唔知道你使唔使，咁我捐俾你，我就唔會覺得係真係同你近咗咁樣。所以第一個問題就係堂區究竟有冇錢咧？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堂區有冇需要錢咧？係，我哋係冇錢，但我哋都冇嘢做啊咁樣。嗱，而家我哋個堂區有冇需要錢？你睇到個模式嘅，就係用一個個案式嘅、特別式嘅。啊，我哋最近要去某個地區。傳教啦咁樣，咁所以我哋要捐錢啦，或者我哋要冷氣壞咗啦，要整冷氣啦咁樣，係個事件式嘅。嗱，依啲都重要嘅，但係我想講，如果你係想透過捐獻本身去建立團體嘅話咧，你要有一啲咧係堂區目標式嘅，即係我而家捐錢出嚟係為成個堂區發展，我哋有某啲目標要去做，佢當中都需要錢。那個都是即是那個需不需要是有幾即是有不同的那個層面的那個層面。那我們這些都有考慮的。那再下去就是技術的問題了，我們就問了，即是這個就是跟個社會接頭的那個情況了。我不知道有沒有這些牽涉到很多問題，我都沒有解決的，我沒有去認真解決。可能如果你做堂區，你在堂區做秘書的話，你就反駁我，其實不行的這樣。但至少你要去探討啊，是不是PayMe 又好，轉數快又好，支付寶又好，係嘛？而家好多依啲啊，居民有人講我聽，唔知喺加拿大喺邊度係，而家唔再攞個袋啦，唔再攞個袋傳啦，攞個八達通嗰啲傳過去俾大家都啦咁樣。即係你個時代係變咗噶嘛？其實應該發掘依啲方法噶嘛。即係而家仲嗌人哋去銀行做自動轉帳咧，這個方法實在。即是很有挑戰性的一個方法來了，所以這個都側面反映我們堂區不需要錢的、啊、那些全部那些很需要錢的那些轉了這些東西了嘛，我們看到、啊、你現在有消費券立刻你買菜那個都有八達通了，那我們堂區覺得不需要，其實 都顯示某些東西，顯示某些東西，那這些究竟譬如在這些問題上面，其實堂區不去鑽研本身就呈現了某些問題，所以如果我們去提它去鑽研呢，其實是改變了某些東西，即它不是純粹一個支付方法的問題來的，它其實代表某些東西，所以我們如果大家覺得那些 很大那些很有問題，其實由這些小的地方呢是可以去思考一下，即 不一定要做到的，但至少我都可以去思考一下，或者在個思考裏面，其實在這個位置我經常都覺得思考的定位就是都搞清楚究竟堂區是不是有可能有一個虛擬身份呢，我現在都搞不清楚，即不知道你明不明我的意思，即你做 PayMe 你做 WhatsApp 你要有個帳的嘛，是不是你有個電話的嘛，那個堂區首先要有個電話先，有個電話是屬於堂區的，這樣這個是個起步來的嘛，那究竟個堂區這個起了步未呢，或者怎麼界定那個電話呢，這些東西全部跟電話的嘛，那我們其實這個很新的概念來的，那堂區究竟可能堂區神父真的我聽聞有些堂區神父真的很搞不定的，那所以他全部都不做，我們是不是要幫一下他呢，那好，最後啦，怎樣善用社交媒體去擴展堂區呢，我們說一個沒有牆的堂區啦，這樣那這個又是 要做的，那、由於疫情的緣故呢，就逼了很多堂區開始做了，但是很多堂區做的做法呢，就是有其形而沒有其實的、啊、譬如在 WhatsApp 見到有人說哇，我們的 channel 要直播的話呢，要、YouTube 那裡要夠1000個 like 才行的，請大家去支持啦，樣那某堂區呢就於是真的啦，過了3個月之後我按入你的 YouTube channel 呢，就只是得那個直播沒有啦，即是他為了那次直播，他不知道堂區給50周年不知道多少周年要直播，他為了那次直播呢就要搲夠這1000人，搲夠了之後直播了一次之後呢就什麼都沒有了，那其實很浪費的，我覺得很浪費，你應該是趁搲這1000人
同埋有人睇你呢個大項目，如果有人睇啊，睇呢個大項目嘅時候，你希望再做啲嘢係吸住人哋嘛。我想講就係、是、其實我哋今日都好多堂區咧有意識開、Facebook 啦，開 YouTube 啦，最主要呢兩個啦，有意識開咗佢，但係係完全冇經營呢啲 channel 呢啲社交平台嘅能力嘅。即譬如我舉一個例子 ，Facebook 咁樣，你 Facebook 至少你一日要出一個 post 嘅。即如果 你再進階啲嗰啲，我已經開始唔識㗎嗰啲嚇。IG 咁樣 ，IG 又係嘅，你一定要有相嘅，一定要有靚相，或者 IG 我請教過我女嘅，佢話 IG 你應該點做呢？佢話其實 IG 係一種、身份認同嘅表現嚟嘅。所以 IG 咧，如果你出 post 咧，其實你應該出到某一種風格出嚟嘅，即係你日日都 po 相，嗰種相咧係代表某一種風格嚟嘅。啊，譬如你堂區係古典風格，咁你就要次次都 po 啲誒刺曬瘦嗰啲制衣啊，即係嗰啲嘢一路咁 po， 人哋就會吸到中意嗰啲嘢嘅人嚟睇嘅。咁譬如 Facebook 你又係嘅，你其實日日要出 post 嘅，啊，同埋嗰啲 post 咧一定要係有某啲特質嘅。啊、我們現在的堂區我看過的 post 就全部都是、公告來的、啊、這樣沒用的、那個啊、即雖然它都有某些效用，它作為一個報告版，但其實它沒有發揮到這種社交平台作為傳教那個作用的。 譬如再下去、剛才我們、開始之前都說的，譬如報道團，我不知道有沒有報道團試過，即係好多舞蹈團用 Zoom 啦，但係用 Zoom 有佢嗰個難處啦。但其實我建議嗱，我未試過啊，但係呢個好似其實可以試下用 Clubhouse 嘅，因為 Clubhouse 嗰個對話嗰個能力咧係強啲嘅，會好啲嘅。咁其實都係一種方法嚟嘅，即係等等咁啊咁嘅情況。即係我哋其實有好多依啲唔同嘅即係社交嘅平台，是可以去發掘作為我們傳教的、功效的，即是作為工具的。我經常就覺得主日學的導師呢，你不應該讓小孩去做這些咯，即你不用那麼煩的，你可以叫他們，這個就是個文化改變咯，我們不敢的嘛，我們想就是、哎、不知道他 post 什麼出來啊，這樣、哎、他 post 什麼出來就 post 什麼出來咯，到時改咯，這樣、啊、即 你如果想留下一些小朋友的話呢，你這些位置就很重要，你要去做一些事，你就有事給他做，而且他做一些事就是會吸回他們同年紀的人，而且反過來他可以幫你，因為我很老實說我自己 都一直接觸，但有些文化差異你沒辦法做到，譬如 IG 我真的沒辦法用到，我試了好幾次用 IG， 我真的沒辦法，我不知道在做什麼。即我女咧，朝朝起身就係喺度碌噶啦，一路碌一路笑啊睇啊咁樣，我就唔知喺，我又試下碌咗兩碌，我碌乜啫咁樣，我都唔知道自己碌緊咩。即你有啲嘢你真係冇噶啦，你冇辦法入到去嘅，咁你咪要靠翻年青人咯，就靠翻年青人，咁佢就會做到一啲可以吸到佢哋嘅人，咁咪一個良性嘅循環。咁同埋呢啲嘢全部可以試嘅，我覺得係呢、這個亦都係透過呢個機遇，我覺得即今日尤其是喺即係科技嗰部分咧，我覺得喺堂區裏邊咧，相對能夠易事啲，因為佢冇以前係咁啊，因為以前係冇呢啲嘢噶嘛，所以冇咗以前係咁嘅話咧，就調轉頭可能可以試多啲，可能可以試多啲啊！我其實建議咧，應該大家去提議叫本堂神父咧開個 Patreon 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 Patreon？Patreon 就係而家一種即係個情況，就係你要俾錢嘅。啊，俾好少錢嘅啫，可能係、你可以 set 嘅兩蚊美金、四蚊美金、六蚊美金，咁咧就裏邊就可以先至入到去做會員，咁先可以聽嗰個人咧講嘢啊，乜乜乜啊咁樣。其實你可以叫你本堂神父，如果夠魅力嘅話咧，應該叫佢開翻個 Patreon 幫堂區賺下錢咁樣。咁嗰度就自然有係咪啊？自然有每月定額捐款啊咁。啊，即你可以諗嘅呢啲嘢係未必成功，但係可以諗嘅呢啲等等嘅嘢。問題我哋願唔願意試下同埋去諗啦。好，咁咧就即係我要講嘅內容咧，就講咗好長啦，已經講咗好耐啦。咁就講到呢度咧就停低嘅。咁就好希望大家咧真係聽咗呢個
即係分享之後咧，能夠翻返堂區，我哋都開始去嘗試做一啲嘢，嘗試做一啲嘢，可能由好基本做起嘅，即係提下啊，講下咁。咁希望我哋能夠幫助呢、這個即係，我覺得堂區更新佢哋話三年啫，事實上可能係講緊一個更加長嘅工程嘅，而需要即係有心嘅教友咧去繼續努力嘅咁。好，我講嘅就係咁多啦，多謝大家。好，有咩想交流，我哋可以傾下。你剛才整個流程裡面的 question 啊、支線啊、主線啊，乜嘢都好啦，係你睇完嗰個文獻之後，自己諗出嚟噶，定係裏邊嘅文獻已經啲脈絡喺裏邊 extract 出嚟噶？唔係嘅，個文件就係講嗰個理論嘅啫。其實我諗嗰啲嘢咧，就因為我而家幫教友總會咧，其實寫緊一個課程嘅。其實我哋應該咁講。修院有一個課程叫做教友職務嘅，一個教友職務課程。那個課程咧就兩年制嘅，第一年咧就係、是、上一個即係叫做、基本課程，就認識教友職務。第二年咧就有專修項目嘅。咁而家嘅專修項目咧就包括咧有善別、探監，即係呢啲係教會職務嚟噶嘛，善別啦、探監。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是、青年工作，再有一個咧就係、是、堂區領袖。咁我就幫堂區領袖嗰個課程咧，其實寫緊教材嘅，咁所以呢幾年我都係諗呢啲問題，咁啊越諗越多，即係古靈精怪嘅嘢咧，咁啊所以可以分享一下，其實係咁樣嚟嘅，啊，咁不過好可惜咧，就係、是、探監開得成，善別開得成，青年工作同埋堂區領導咧，從來都開唔成嘅，啊，今年咧嚟讀嘅人裏面咧，只得一個人揀堂區領導，咁所以我哋又開唔成啦，我哋已經連食咗三年八果啦，咁樣。咁所以個課程就仲喺寫嘅過程裏面咁，咁所以係寫嘅時候去諗呢啲即係各式各樣嘅問題咯咁。優Sir 頭先就為咗表示我聽書啊，先讚咗先啦，因為要讚要即時啊嘛。咁啊對阿優Sir 嘅演講，從來都有好大嘅期望噶啦。咁啊一貫嘅裝鞋並重啦，同埋所講嘅有啲。比較是 思想性的，也都有很後期的很貼地的，這個我們都可以回去堂區裡面考慮。反而我有些有個問題很想問，一直聽就說經常都提到說堂區流失了多少教友，那這個角度呢，就是說堂區是需要教友啦，是不是？好了，那我又想反而從調回轉個角度看，那教友為什麼需要堂區，還有需要堂區什麼呢？如果他是我哋培養個教友，令到佢翻到嚟，參與離撒，咁我哋已經叫做唔係流失啦。咁係咪已經滿足咧？咁如果我哋調翻轉，從個教友角度睇下佢點解需要堂區，如果我哋諗得到嘅時候，會唔會對我哋去做一啲嘅工作係去即係吸引佢翻嚟啊，或者係再加以培育係有幫助咧？我就想試下請阿優Sir解答一下呢、這個。呢、这個問題，或者諗下啦，可能因為我都唔公平，我而家先提出呢個問題咁樣啊，唔該。黎兄果然犀利啊，咁樣啊，睇到個問題嗰個根本嘅就係、是、嗱，我哋嗰個前設係咁嘅，即係喺今日個，即係我哋同個教區嗰個架構就係、是，其實堂區就係今日嘅教區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架構嗰、那個即係佢嘅構成嚟嘅。咁過去堂區其實發揮咗佢嘅功能嘅，過去堂區發揮咗佢功能。即係我哋話講翻，即係奶粉教友嘅時候，佢就發揮咗吸納教友，讓人哋進入教會咯。即係佢其實係一個讓人哋進入教會嘅一個，你可以話入口啦咁樣。即係我哋會從咁樣去理解。咁佢嚟到呢度嘅話咧，佢就因為我哋話教友其實係需要團體，所以佢應該係一個教會團體。咁喺個團體裏面咧，去尋找自己嘅使命，同埋一路走向即係聖化嘅過程。即係過去我哋話教，即係堂區應該有呢啲功能。咁問題就係啦，而去到而家嘅話咧，其實係好多樣性嘅，即係以前比較單一嘅，即係你咪翻堂區咯，你咪參與離撒咯，你咪聽道理，你咪做個好人咯，就 OK 啦。即係以前簡單啲，而家其實係多樣性嘅，而家係多樣性。咁但係我哋話，其實堂區依個架構咧已經喺度，教區有好大量嘅資源咧都喺堂區裏面。佢其實可以喺一個多樣性裏面咧，佢一樣可以發揮呢啲多樣性嘅功能。
去吸納不同的教友，即本來應該是這樣，但現在就是做不到，現在做不到。因為實況都好像你這樣說的，即剛才我講了北區那個例子，其實周圍都是這些例子，這裡都是這個例子來的。啊！依度依個團體其實係一個信仰生活互動坊嘛，依個係教友成立嘅團體，佢係喺油麻地噶嘛，但佢同油麻地嘅堂區係冇關係噶嘛。如果大家知道咧，活水嘅創始人咧，其實基本上就係聖安德勒堂嘛，唔係係聖安多尼堂。嗯嗯嗯。但佢亦都係冇辦法喺用堂區嗰個架構去發展的，於是他就自己出來做教育組織咯。譬如基督青年行背後的金主就是、玫瑰堂嘛，又是這樣的問題了。堂區那個架構沒辦法吸納到這些，其實他看到特殊需要的、那個情況，結果是經常都有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其實那些班仔就是某個堂區的人，他就永遠都要出來開檔。咁我哋就覺得其實係好浪費，即係個個都出嚟做嗰啲有需要嗰啲，堂區就做唔到。咁但係你堂區又係教區一個好重要嘅，即係你有聖堂喺度，你有工作人員喺度，你有神父喺度，你有好多資源喺度，點解你唔係你去做呢啲嘢咧？呢、這個就係我哋即係講嗰個其實嗰、那個、那個根本。所以你調轉頭從教友角度睇，其實啱嘅。所以教友其實，所以而家啲教友咪自己唔翻去咯。啊！佢咪翻其他嘢咯，咁樣啊！依個係一個，即係所以我頭先點樣講話堂區係應該建立自己特色咧？其實依個就係好從一個教區策略去諗嘅，即係唔係再從一個個別堂區啦。即係而家我哋話全香港有52個堂區，如果你52個堂區各自都有佢嗰個特色嘅話咧。佢針對到唔同嘅需要嘅話咧，你從整個教區嚟講咧，其實就好健康啦。你咪各種需要，你咪去咯。啊，我原來、特別中意麥觀嘅，啊咁原來而家某個堂區聖多麥堂專做麥觀嘅，係麥觀基地嚟嘅咁樣，咁你咪啲人咪主要集喺嗰度咯。咁你個資源嗰個運用就會好好多，亦都會個效果會好好多。而家個困難咧，就係所有堂區都只係提供主要提供一個服務，就係離冊。咁其實係好浪費資源嘅。而家嗰個做法係，然之後咧就永遠都係喺外邊嚟做其他嘢。所以我成日都期望貴堂區咧，就係同呢個古道行能夠即係大力合作。其實你都發展緊啦，係啊，其實係非常之好嘅事咯。就係你會睇到嗰個定位係非常之有意思咯。因為我都跟某些神父咧，啊，教區嗰啲知道少少，佢哋都好似喺度醖釀緊或者做緊一啲嘢。但係最大一個問題，我唔知道做唔做到。只不過我成日都覺得唔好介意，真係成日都閉門造句。係啊，即係我可能佢都有諮詢嘅，我唔敢講佢冇諮詢到我就等於冇諮詢啦，係咪？但我知道咧，佢哋咧。即有些架構啊，或者某些情況啊，咁啊整個 committee 啊，咁又喺度傾傾傾，都主要都係傾堂區更新嘅。我有一個奇想，有人口普查，你哋就成日話有60%幾多 percent 都係唔知卅年一樣做過一次咁嘅調查，點解唔同呢啲堂區嘅單元裏邊睇翻調翻轉，好似呢位兄弟咁講？我哋由教友嘅角度望翻个堂区，我哋想堂区提供咩需要，或者我呢个急切嘅需要系点，或者呢即系从呢样嘢睇翻，然之后可能系好大嘅资源，或者可能系需要好多好多，即系唔系讲两句啊吓，而系问题系真系用调翻转个角度去睇翻，然之后先至两边先 match 到，并唔系由上而下咁去。哎，我覺得是咁，跟住咧就有啲 committee send 咗啦，然之後咧就咁樣。剛才你講嗰陣問題咧係真嘅，啱嘅，但係調翻轉我哋要推上去咧，
嗰個困難度可能亦都相對大，或者對唔同嘅教友、唔同區別嘅教友咧，嗰、那個貼身服務咧，真係亦都唔係一定最即時或者係最貼切嗰刻。調翻轉，既然已經有咁多個堂區，啊，又睇翻做一啲簡單嘅我唔知道用唔用簡單呢個字，問卷又好，乜嘢形式啊，或者係 e-form 又好啊。點樣去 tick tick tick？ 依家好中意喺網上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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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去做翻啲簡單基本嘅，先了解咗好實際啊一啲問題先，或者一啲情況，然之後由上層再睇翻歸類翻啊。佢好似剛才兄弟話啫，冇咗青年人，尤其是三至五十歲嗰批、廿零歲嗰批，點解？即呢啲要知道咯。當然剛才你嗰啲都好實際，好貼地嚇。但係問題係，我唔同區 feel 唔到啊！即係佢即係呢度裏邊真係有個好大嘅鴻溝喺度。我自己覺得啫嚇。我估個問題即係當然唔可能全部嘢都係由上而下啦。但係而家堂區嗰個困難咧，我就覺得究竟下係邊個呢？即係有時個困難係咁，即係你話我哋下邊，我有時我都同情啲神父嘅個情況，就係你因為你其實冇你嗰個聯繫好薄弱啊，即係你個堂區嗰個標記好標認你係嗰個堂區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個認受認，即係你講邊啲人喺依個堂區嘅教友，即係簡單講就係、是。咁如果你問神父，咁佢覺得你有一班人嚟湧過嚟同我講，究竟你係咪我堂區啲人咧？咁即係佢有佢嗰、那個嗰、那個困難咯。即係其實而家發展到依個地步咧，嗰、那個難題都幾深。如果你問我嘅話，啊，即係你唔係話再話你好簡單去啊，我哋問意見啊咁樣，咁就解決到個問題。其實個問題已經即係幾糾纏埋一堆，咁可能要逐步去清理咗先，逐步去清理咗先至會。我會傾向於其實你就係要唔能夠心急去做嘅呢啲嘢，你真係要可能喺即係好實在嘅情況就是，譬如你堂區議會開始去探求呢啲嘢先。咁堂區議會啲人就好肯定係呢個堂區啲人啦，係咪？通常都係最 core 嗰啲人啦。咁你再去慢慢去睇下，究竟你周邊啲人，大家真係，同埋要時間俾大家去諗，究竟我哋真係想要啲咩嘢？咁逐步先至會有可能浮現到。咁如果喺呢個過程裡面咧，如果個本堂係對呢個更新咧係比較有一個清楚嘅認識咧，一齊去行咧就會行得更加好。即係所以上都係重要嘅。咁但係你話下，即係有時我覺得你話下個需要係咩，或者我哋個堂區係咩？其實呢個唔係好，即係我哋咁講湯一句就好似講咗出嚟啊！實際你要去做係一件好細緻、好多嘢做嘅一件事嚟嘅。但係我覺得調翻轉就係，如果大家真係願嘅話，其實去做呢啲嘢本身就係一個團體嘅經驗咯。即係你去做呢樣嘢，你去探究我哋呢個堂區其實係要做咩，本身就係一個堂區經驗嚟嘅。咁嗰度其實可能就係會讓你個團體就會出翻嚟啦。咁個團體出翻嚟嘅話咧，你會漸漸知道自己想做咩。我聽到有些堂區呢，他們有準備在做一些事情，譬如怎樣善用這個網絡，譬如有些堂區就說會遇到我收集物資可能有困難，可能是他的地方的限制啊、人手啊，他們可能想嘗試開展怎樣可以做到一些網上直接交收的平台呢？咁呢個係我聽到佢哋想發展嘅一啲方向啦。咁同埋講緊教友流失咧，我聽過以前其實有啲堂區都做過嘅，但係唔知點解依家冇做。咁有啲堂區咧就想開展翻嘅，因為一個教友身份
除了去離撒之外，就是服務啦，就是早啲希望慕道者參與團體服務，從而讓佢哋可以即係有個歸屬感啊，就唔係完咗個慕道班你揀啦，去就去，唔去就算啦。咁呢啲我係我聽到有啲堂區希望做嘅嘢咯。其實依一年我見到最常就係即係類似依類服務嘅情況，就其實凝聚到一部分嘅教友，即係非常之好嘅事嚟。咁同埋佢就顯示咗一個可能性，即係其實我哋原來即係去做，如果做一啲嘢大家願做嘅話咧，你就凝聚到啲人，同埋佢哋就會覺得佢係屬於依個堂區，咁就即係嗰個互動就會係良性互動，就係即係咁樣而嚟。咁同埋頭先都點出一點嘅，我想講就係、是、另外我哋即係頭先話唔知即係個資訊嘅問題，亦都有一點就係、是、我成日覺得堂區裏面係卧虎藏龍噶嘛，即係等於頭先講嗰個教友，其實佢係兒童心理學家咁樣，咁我真係唔知佢係兒童心理學家。平時我見到佢，我唔覺得佢係兒童心理學家。即係其實好多，即係尤其是而家社會嗰個發展，我哋教區亦都即係堂區好多時候都係。即係有知識嘅人好多，其實有好多專業嘅人士。問題我哋組合唔到佢哋做嘢咯。譬如頭先講話設計一個咁嘅即係交收嘅平台，咁你好明顯背後就梗係有啲有專業知識嘅人先做到啦咁樣。咁譬如我哋而家講用社交媒體嘅，除咗年青人，另外就係個問題就係有冇一啲譬如要有一啲人識做呢啲嘢嘅人。咁我哋可唔可以即係揾到佢出嚟，同埋即係吸納佢咯？呢個都係我哋要諗嘅嘢。我頭先即係諗下最根源嗰個問題咧，點解話會流失啲教友？成日諗係咪啲教友覺得真係都唔需要翻離撒咧？其實我諗都係依個最重要嘅問題，即係其實個信仰真係好唔係好可能嚟唔係好穩啊！即係最重要都係一個培育信仰係最重要。如果個教友覺得係嗰個信仰係重要，佢需要喺呢個教會個團體入邊去成長咁，我諗。佢好自然地會去參與呢個團體，同埋喺度翻呢個教會喎。即係其實我哋最根源嗰個問題都未解決。就算你點樣邀請佢，佢都唔明白呢個係需要。我覺得而家我哋天主教面對呢個問題係最重要，因為大家都覺得夠咯喎，都唔需要啊，都咁生活噶啦，點解要嗰個信仰？咁就要話，就算好似有啲朋友咁，我已經。朝頭早去星期日去咗離撒啦喎，咁點同仲需要同你分享咁樣？佢話咁我已經達咗我最基本嘅要求啦。咁夜媽媽又叫人做分享咁，唔係嘛咁樣？即係多餘咯，覺得好似已經即係盡咗責任咯。嗰啲已經比較好啲嘅教育好咯喎，已經即係盡咗責任。咁有啲係其實都唔知而家點解需要聖堂，即係舞蹈員攞咗五分嚟算啦，係咪先？佢唔會覺得有需要啊嘛，即係個關係同天主關係可能都未去到接觸到。咁你點逼佢都冇用喎，其實係咪？即係喺靈性上，我諗都要培育都好緊要先。我即係呢個講法咧，其實首先第一樣，我覺得都好有意思嘅，就係我都想講，其實我哋天主教另外一個困難咧，就係、是、我記得好耐之前，我讀緊神學嘅時候，即係我讀緊宗教學部嘅時候，就喺度討論點解我哋天主教徒咁唔積極做嘢，人哋基督教嗰啲幾積極咧咁樣。咁我有個好叻嘅同學仔，佢一語就道破咗。佢話真係中意搞咁多嘢嘅人就唔嚟天主教啦，佢就去咗基督教啦咁樣。即係我想講你第一個問題，你講得啱嘅。其實天主教依邊以我即係咁多年喺天主教嘅經驗咧，我哋比較偏多咧，中意參與禮儀，唔好咁多社交關係嘅教友嘅。就是你剛才說的那些，我回了離撒就可以了，我真的不用團體的。其實我覺得不是問題來的，這個就是 你如果你覺得這樣 OK 的話就 OK 了。但是他就如果從個宏觀來說呢，所以我們是比較缺乏那種力的，就是你少了一堆嘛，就是如果你個堂區，譬如你堂區有100人，有50個這樣的人，那你就少了50個人組成團體咯。就是你是有個這樣的困難，就是基督教就是百二個人喜歡這樣的東西，那他們就很多人組成團體，就容易帶新教友，
但第二個問題我想講咧就係、是，唯一即係我哋調轉頭，唯一一個新教友嚟講，佢信仰當然係唔夠力噶啦，即係呢個必然嘅。你期望，即係有時我哋依邊咧，我哋見到間中會出現一啲好勁嘅新教友，真係嘅，有啲好勁嘅啊。咁問題係大部分都唔係咁勁噶嘛，即係哇一領洗係嘛，就孭起個堂區咁樣啊，有咁嘅教友嘅，但大部分教友佢都係生活。他在生活裏面他不知道為什麼天主的召叫他接觸了這個信仰，但是他家裡工作又很忙，臭仔又很煩，可能又要無緣無故要讀書，即他有很多其他東西拉住他的，拉住他。那我們的工作呢，即堂區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怎樣都還拉回他過來，拉翻佢過嚟，依、這個我哋都要努力嘅。咁當然佢係唔穩定嘅，咁可能佢終於真係甩咗，咁冇法子啦咁。但至少為我哋堂區，即係如果我哋做堂區嘅話咧，我哋發覺佢係可能係需要團體，佢唔係淨係離曬就得啦。咁佢需要團體，或者佢仲需要其他嘢。究竟我哋有冇可能提供多啲嘢，讓唔同形態嘅新教友咧都能夠留低咧？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的， 我其实教过 一期的舞蹈团的、我时常都很佩服教舞蹈团的朋友的，真人生最难教就是舞蹈团的了，没什么难教一个舞蹈团的、教了一期完了之后呢，我自己就继续带，即我因为我没有教了，即我不用开新班，所以我就帶住翻呢個團嘅人。咁我哋當初領洗嗰班咧，大概有10个人左右啦。咁最後咧就剩翻6-7个人，就一路我一路帶住佢哋，帶咗佢哋年紀，直到疫情為止咧，就冇啦，就停低咗啦咁。咁當中咧，其實就係剩翻我以我所知咧，剩翻大概3-4个咧係繼續翻。咁我覺得大過一年紀咧，主要他們是、即家庭主婦來的，即湊著小朋友的，一直大家談這些家庭的問題啊，這些困難的時候呢，其實就建立了某些東西，最後就有些留下，那也有人走了的。即是 我想說的流程就有時候是這樣的，即是如果你一領洗，你可以想到的一領洗沒了，沒人理他了，你回來了這樣，那可能就更加早他就斷了，於是他更加難留得低，又更加少人留得低，其實 個流程就只不過是這樣的。咁問題就係我哋喺嗰啲位置究竟點陪伴呢啲新教友，讓佢可以走得更加遠？因為其實都唔喺香港都成10多年，即係冇接觸香港嘅教會咯，咁即係喺大陸做嘢。但係咧就聽完講之後咧，就即係諗翻起自己以前啦咁樣。咁就我好認同。即係呢位大兄所講啦，其實我點解要參加團體？即係以前我哋自己教舞蹈班嘅時候咧，即係成日都會諗呢一個問題。我點解要參加團體？如果我為服務，好多時喺出邊非宗教嘅服務團體咧，係俾我哋感覺更加好過教會嘅服務團體。即係好多時候有呢種感覺，咁即係以前我哋教舞蹈班咧，佢哋嘅對象咧都係一啲年青嘅夫婦，有啱啱有細路哥咁樣。咁其實佢哋參與咗年幾兩年嘅時間，每個禮拜日已經習慣咗翻嚟咧。我哋教咗幾班，其實都發覺有一個同一個特點，就係佢哋已經習慣咗呢個時間翻嚟，大家咁相聚，又好能夠分享傾得埋，咁好多時完咗咧，都仲要一齊去飲茶，仲要一齊去傾。咁啊，領跟住完咗領洗咗之後，佢哋仍然就係話：咁我哋跟住用乜嘢可以再繼續咁樣每個禮拜可以咁樣團聚？咁其實嗰陣時我哋就係、是、佢就係、是、啊，咁你哋自己組成一個。讀經班啦，繼續嘅認識啦，因為其實舞蹈班係一個好表面粗略嘅認識，真正嘅認識天主、認識耶穌
係其實未到嚇。咁即係同埋我亦都諗到就係喺我我領洗我自己三十幾年前領洗。咁嗰陣時嘅禪會咧，比我而家嗰個禪會，即係比我而家睇到嘅禪會咧，係好大分別。嗰陣時嘅禪會咧，其實喺服務之中咧，佢都有靈修嘅。咁但係我發覺，而家嘅禪會咧，真係好純工作。仲有就係咧，即係教會裡面有好多卧虎藏龍嘅人，但係啲禪會太守舊咧。啲卧虎藏龍就唔會入噶啦，即係包括我自己。我自己翻返嚟之後咧，我見到自己本身嗰個行區咧，就我真係冇興趣入。不過好遠好遠要去到對面海嗰個咧，我因為參與嘅離殺咧，我就好有個衝動就係我要幫手做嘢。咁即係其實嘅原因係咩咧？我自己去反省翻呢一件事咧，就係、是就算我而家本身呢個堂區，我初初搬入去嘅時候咧，嗰陣時我係好覺得啊胡振中書記講嘅嘢係啱噶，所以我哋係跟住佢講嘅嘢去做，就係話你去到即係你搬到去邊個地方，就唔好一味眷戀就係入麻地嗰個堂區，你入到去新界區。你就服務翻你自己附近嘅堂區，咁我哋真係做到呢一樣嘢。但係做到呢一樣嘢嘅原因咧，就係嗰陣時即係嗰啲神父咧，佢係好厲害，佢第一眼就覺得我哋好生面孔，然後跟住會走埋嚟幾個星期，特登走埋嚟同我哋傾偈，然後跟住喺佢談話裡面咧。我哋清楚就係佢會去理解我哋，即係佢了解我哋嘅背景啊！你擅長啲乜嘢啊？你做啲咩工作啊？然後跟住咧話啊，我需要呢啲人啊！你肯唔肯嚟幫我手啊？咁樣即係就算我係喺油麻地領洗嘅堂區，又跟住去到荃灣嘅堂區，然後跟住搬到去新界，再入啲嘅北區嗰啲堂區，我初初入去嘅時候咧。啲神父都係咁，但係我發覺而家都嗰啲神父，即係當然啦，每一個人每一個神父都有佢自己嘅性格，未必係咁習慣 social 啦嚇。其實你個分享未就係見證頭先好多嘢咯，就係、是、即係都同個社會變化好有關係嘅，即係我覺得。以前那個狀況呢比較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就造成最後你講的效果，即真的參與舞蹈團的人去到最後他覺得個心火在那裡，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想做到的效果，他願意繼續延續的，即那個他就繼續倒下去。但今天我想很多舞蹈團的導師都意識到那個張力，就是臨到尾就怎麼拉住他們呢，這樣即現在那個困難，那個困難來自什麼，很多原因的，跟個社會變遷都有關係的，即今天個社會更加急促，大家時間更加少，各樣嘢都影響到的，咁我哋就要面對呢啲問題去接受挑戰咯。咁同埋你講亦都係啦，其實個本行點樣去處理教友去尋找其，但不過呢個就我唔講嘅原因，就是因為同我哋好即係比較遠個距離，係因為即係司铎有佢哋本身要做嘅嘢，係唔係我哋去理到咁樣？但嗰個係其實係好重要的，嗰、那個係。我想講翻，真係講靈修好重要。我講就係話，我點解要去揾聖堂嘅團體，而唔將呢個時間花喺外邊我有興趣嘅團體咧？咁就係話，如果我覺得我喺聖堂嘅團體都係服務，而冇另外一個原因嘅話，咁其實外邊嘅團體服務嘅團體，比喺聖堂嘅團體可能仲吸引。咁個問題就係，即係俾唔到個重心點就係、是。其實是多了一份，就是我的信仰在那裡、多謝你提議點，其實我們就沒有碰到的，就是這個位置其實是很重要的，就是剛才講就是、都有一點回應堂區為什麼要存在的東西，就是那個就是、信仰的幅度，就是我估吸住很多、教友的原因，有時、過去的原因就是那個靈性的幅度，就是會讓我們感覺到的。咁問題就係、
如果你問我都所以好有趣嘅嗰個情況，點解而家有少少復古？我覺得係有咁嘅原因嘅，即係我哋知道有部分即係人主張復古，因為喺復古嗰個狀況之下咧，好似嗰個靈性氣氛係重啲嘅，即係我覺得佢哋睇到呢個問題嘅，即係覺得即係我哋唔夠靈性，所以唔夠即係嗰啲唔夠嗰啲氣氛，所以我哋就唔得啦咁樣，即係有佢個道理喺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就算你講呢樣嘢嘅話咧，就係、是。對大圍嚟講，點樣帶翻俾而家啲人？而家啲人都感受到嗰種喺彌撒當中，或者喺參與事工當中，佢係有嗰份靈性嘅福度咧。有時就係嗰個難處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嗰個位咁我即係你問我啊，你問我，其實其中一個難處咧，就正正就係人口老化嘅問題。即係師度欠缺的問題、因為我嗰日開會講開學校嗰、那個即係宗教培育的問題，咁有一個老師佢都講得好啱嘅，佢話以前擺個神父喺度，一個殺你十個啦咁樣，即係神父傳教士咁係咪啊？成個生命獻俾天主，咁佢出到嚟自帶靈性咁樣嚇，咁你而家冇咗佢，你要帶翻咗嗰種靈性福度，就係即係相對嚟講係，或者感染個氛圍係相對嚟講難咗嘅，所以其實係要更加要大家要努力，咁要意識到依點嘅。其實我就前面我冇提到比較，我哋今次講比較即係工作性嗰個重點，但其實係依點係需要。如果你整個堂區能夠有依一種即係靈性嘅福度咧，咁佢係有佢嗰個好強烈嘅感染力。但呢個就好高階啦，我就覺得係即係要做到嘅話啊！而家我哋唔鬧交已經，啊、即係而家個炒貨係咁啊！其實咧，我都係一個老教友嚟嘅，好早領洗啊，或者咩咁樣。但係而家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個堂嗰啲神父都叫喂。參加善會或者咩？其實我自己老教友，何況新嘅教友都唔想翻去堂區參加善會。點解咧？咁樣其實啲善會唔知係咪人口老化定咩啦？啲老教友咧，即係要有權啊，要威啊！咁你啲。尤其是年青人，咁根本冇個愛喺度嘅，你佢點樣會留低咧？所以好多時係好多人領洗，但有幾多少個留低咧？真係少到唔清唔楚。包括我太太同埋個仔都有參加嗰啲讀經組嘅，即係保守道。我曾經都參加過，咁啊叫其他有有個朋友都佢哋嗰個讀經組搞得好好，我都邀請佢嗰個會長過嚟，即係一齊參與啊，有咩好即係大家交流啊，直情係抗拒嘅。咁我而家好簡單嘅嘢，即係我都一把年紀啊，我寧願做自己喜歡嘅，好似頭先嗰位女士咁樣，我得循環啦，做培訓啦，生命人協會啦，或者係。復康會，即係做嗰啲義工仲開心。翻嚟堂區，只係話望下嚟曬，跟住走人，你都唔想停留。咁何況正話領洗嗰啲教友，邊度有心機嚟啫？佢就講得好好啊，新領咗洗之後，跟住咧叫嗰啲嗰個堂區嗰啲各個嘅善會嘅會長或者負責人。去吸納那些初領聖體那些，即是正話領一世的。其實舊有那些，即我自己認為現在那些善會的會長玩什麼真的有些問題。其實我即有時候都想一件事跟神父說，你將現在的會長副會長叫做普通會員，叫那些年輕那些做下會長、副會長，佢去幫佢，佢有咩唔清楚嘅儀式嗰啲可以提點嘅，
其他等佢自己發揮。年輕人才有將來，才有歸屬感，回到堂區。我自己老教友都想走。是，就是這樣。好，謝謝。這個、我估這個都是某、就是某一個實況來的，現在那個狀況是。不過 我自己那個理解呢，就是我在、即教會裡面的經驗呢，我就想說很多時候都是那個文化或者那個架構造成一些問題。即我又我在教我在即天主教裡面的我接觸的即教友即 很少是所謂真正的壞人的，即他未必是壞，即譬如剛才講的善會，其實 他是限於那個他對於善會的理解，或者好像剛才啲教友講的，就是做開是這樣，對於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來講，他就覺得是這樣做，即這些限制對他來講是很大的。那究竟我們怎樣去在那個，即是我覺得兩個層面的，一個是在現實層面，就是即架構啊、組織上面去改善，另一個都是信仰層面的，即是講那個靈性啊等等那兩個層面去做，才慢慢改變到的。我估好難嘅，你叫堂區神父真係一次過炒曬佢哋嘅話，即係其實好困，即係因為佢哋，因為而家嗰個困難，我覺得實際嗰個困難就係、是、你就得咁少人啦。其實主要就係依班人，你如果產生好大嘅衝突咧，其實堂區神父自己都好艱難嘅、啊、所以我就會覺得你除非個堂區，即係所謂依個堂區嘅人個鋪增加咗。人其實是很容易受周邊的人影響的，即如果你的鋪是大了，而想法不同的人是多了呢，就會有一些微妙的變化的，即我自己會傾向於一個所謂即文化改變的角度，當然這個就慢很多了樣。但是你說因為又是回到那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的信仰是一個共融的團體的話呢，就算同你好觀點好唔同、做法好唔同嘅人咧，其實佢都你始終都係要同佢一齊。呢個先係一個所謂共融嘅團體嘛。所以我哋喺個過程裏面去學習點樣同所有人一齊咧，都係需要嚇。咁、啊、但係你話我而家喺而家個架構之下，我冇辦法喺裏邊，咁我又覺得未必係問題，咁就揾自己嘅路咯。即係依個團體唔適合你，唔代表。所以點解我哋頭先都講嘅就係點解而家越嚟越多係即係教友。組織是在周圍去做事，其實就是一樣的道理，就是我在這裡真的、就是、搞不到我要做的事，我就去其他地方做，去其他地方做。但是如果我們說聚焦回是堂區更新的話，其實它的更新方向呢，我就會傾向於是一個、就是、文化的慢慢的文化改變 是會是正路很多，會是正路很多。我就覺得神父或者神即係神師方面咧，多啲真係去嗰啲善會嗰度咧開會啊，先知道個問題喺邊。好多時啲神父就係、是，即係我哋個堂區咧，大部分啲神父咧就去咗菲律賓姊妹嗰度。咁依家嚟講，有陣時佢以為佢哋成熟，咁咪最慘呢樣嘢。你應該要深入去了解一下，譬如佢哋開會嘅情況。同埋點解吸納唔到啲新嘅教友嚟？應該要多啲參與啲，鞏固咗自己每一個善會，強化咗啦，或者知道個問題喺邊啦，咪可以改善咯。即係菲律賓姊妹唔係唔好，佢都需要，但問題就係講個重點喺邊度咯。好多謝。即係有時講笑咁講啦，堂區更新第一件事更新曬啲人先，因為都係嗰啲人嘅説話咧，好難去有一個大嘅改變咯。咁所以自己嘅參與啦，你行入去改變佢，吸納多一啲新思維嘅人，慢慢再將佢改變，就會有個改變咯。我同意，其實係你要參與入去，你帶嗰個新嘅思維，就有可能會改變。優Sir，各位兄弟姊妹，我的分享呢就首先，我都是最近才知道原來
即係教會有呢個堂區更新嗰個概念，其實就非常好嚇。即係我都感覺，特別係年青人啦嚇，即係喺凝聚佢哋嗰個情況就真係比較差嚇。就算係我自己兩個仔，我都好難啦嚇。就算陪我去查聖堂啊、望彌撒，即係嗌到 OK 嚇。咁我幾大啊？廿幾歲㗎啦。哇！咁好好啦，已經哇！你好成功啦，已經。但係即係佢哋喺外國讀書啦，一走咗去外國咧就唔去㗎啦嚇。咁啊，翻到嚟即係俾下面咁啦嚇。咁啊，我自己覺得阿優 Sir 都啱啱提過基督教團體嚇。即係佢哋咧，我諗佢哋個團體又細啲啦，同埋似乎個自由度係大嘅。佢哋同牧師嘅關係係好近嘅。咁我就覺得即係我哋天主教我哋嗰個堂區咧，就好多時嗰、那個即係從我哋即係你話我哋嘅即係神父啊，堂區神父始終係一個 leader 嚇。咁我都個堂區都見證過幾個個神父嘅轉移，即係每個神父嗰個態度咧，其實好影響即係成個氣氛嘅凝聚。啊，佢開放啲，佢俾多啲人教友自己創啲新思維，咁好啲。忽然間轉嗰個咧，可以係好保守嘅。咁我就係諗既然教區咁好啦嚇。即都睇到呢個問題，其實啱啱嗰啲兄弟姊妹都講到，有時個堂區神父，咁教會有冇喺堂區神父啊？即教佢即唔好話教啦，即提即開下會啊，討論下，即點樣嗰、那個我哋天主教嗰個堂區嘅氣氛可以開放啲，或者下放到。你話我哋質疑下神父，即係好似講到啊，即係點樣下放到一啲嘅自由度俾我哋教友，即係佢參與多啲。因為好多時我都見到啲朋友都唔想參加事會，就覺得即係好似好多規矩啊，又要睇神父，即係有時好多 suggestion 俾神父 ban 咗啊，即係好多限制咯嚇。我主要想分享。好多謝你啊，有的，其實這份文件首先是在師當學習年那裡，其實他們是有分享有講過的，因為份文件其實是給他們的，就是份文件不是給我們，所以他們有看過。不過我經常都提一點的，就是我不否定一個神父，他作為堂區最有負責人，他有最終話事權，他當然對堂區影響是很深的。但是我們堂區其實不是一間公司來的，我經常說他其實不是boss來的，他其實不是boss嚟，他是團體領導。咁團體領導咧係要有團體先有領導嘅，即係冇一個領導係冇團體冇人，你點領導啫？係咪？所以你係有你嗰個重要性嘅，你係有你個重要性。咁我哋成日話咧，神父對我哋影響好緊要，呢個係有程度嘅分別嘅。我時常都講，而家咧神父嘅影響度咧可能係去到90%。其實它可以降到50%，可以降到30%。個問題就是團體有沒有意見先，團體有沒有睇法先，團體有沒有方向先。即我正如我講啦，即好多時候你話一個新嘅本堂嚟到個堂區，佢對個堂區最大影響，好多時候咧係喺一啲好微細嘅嘢嗰度令到個堂區轉變。即佢嗰個所謂風格，其實。回到他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堂區本身沒有一個真正的方向和目標。即我譬如舉個例子，如果現在這個堂區，即剛才我說了，你是專做善別的，你的主打是善別的了，我不相信來了一個新的本堂，他說轉做監獄探監是會很容易，他都不會這樣做。其實我覺得因為而家你嗰啲所謂本堂搞到你好亂，就係我頭先講嗰啲嘛，通常都係即係好微細嗰啲嘢噶嘛，即係最嚴重嗰啲就係究竟嗰個僆仔八成俾唔俾佢領洗啊？
即係以前嗰個八成就肯，七成都肯俾佢領洗嘅，新嚟呢個要九成啊！啊，個個嚟曬啲凳點排啊！即係通常係喺呢啲好細嘅嘢嗰度衝突，咁跟住好冇癮啦。即係堂區啲人就覺得好冇癮啦咁樣。咁你問我，你問我某個程度上，你咪同佢講咯。即係如果你覺得喂嗰、那個僆仔好好喎，七成你冇乜，你又唔俾佢領洗啫咁，你咪同佢講咯，你咪同佢據理力爭咯，係嘛？真係據理，你真係你好堅持嘅話，你就話你咪同神父講咯，你唔俾佢領洗我就走啦。你又唔係翻工，即係我成日覺得堂區個生活好神秘嘅地方咧，大家驚神父仲驚過老細，老細炒你，你係冇錢出糧嘅。但其實你係走嘅話，係你炒神父嘅。是不是你離開這個堂區，其實理論上是你炒神父，不是他炒你嘛。但我們對個神父那個所謂尊敬呢，已經去到那個地步，就是連據理力爭，即連正常應該去表達我們都沒有表達，然後我們說神父呢就不聽我們意見，不什麼什麼，其實我們沒有講過給他聽的，我們永遠都是在這裡講的而已。你再有誰直接跟神父講過堂區的問題啊？係，咁啊已經非常好啦，已經做得好好，真係。係啦，即係你，我哋其實係做得好少呢啲嘢，即係我哋做得好少。而我哋如果多啲人係有相同嘅意見，其實我唔覺得個神父會完全無動於衷。即係而家會係點咧？就係因為做嘅人少嘛，而且意見會相左嘅，而且意見會相左。我最記得我個小朋友仲翻緊主日學嘅時候，喺某堂區仲翻緊主日學嘅時候，有一次檢討會，阿本堂喺度，我就直頭舉手講啦，我話你咁樣做真係好唔得喎，咁樣嚇，啲小朋友好唔願翻喎咁。咁隔離個家長舉手就話：唔係喎，我個小朋友好願翻喎，換到抽筋佢都覺得好 holy 喎，咁樣。咁你兩個一人對一個，咁神父聽邊個咧？神父就覺得好難講啦，係咪？咁但係如果其他嗰啲暗地裏全部喺度抱怨嗰啲，全部一齊舉手就話唔係喎，真係好難頂喎咁樣，咁、那個局面咪唔同咯。問題就係我哋大部分人覺得，唔好講啦，唔好講啦，唔好。呢個某個程度上咧，都係我哋對嗰、那個，其實我哋堂區唔係一個教友團體嚟，就係咁樣。因為如果嗰個真係你團體嚟嘅話咧，你係會講嘅。你而家就係 7-11 式嘛，我真係頂你唔順啊！我過隔離 7-11 買斯諾冰算啦，咁樣係嘛？我唔同店員講，明明個店員我好黑你黑我真啊，我都係唔同佢講，最後頂唔順就過隔離買一樣啫嘛，一樣斯諾冰一樣價錢咁樣。你而家有嗰個，即係我哋點解話要組成一個團體？如果你漸漸你覺得，譬如我頭先講話講神父講道都係咁啊，其實唔係為咗神父改善啊，係你去建立個關係啊。即係如果你同佢建立咗個關係，你覺得嗰樣嘢同你有關嘅話咧，你係會唔同咗嘅。而家有陣時候我哋個問題就係我哋唔係真係有嗰個關係。即係對女士嚟講，我成日都講噶啦，先生有啲嘢唔妥嘅話，我太太都係咁噶啦，咁有啲嘢唔妥嘅話，講一百次你唔改，佢都會講100-1噶嘛。啊，點解？因為佢都係要對住我嘛，係嘛？所以佢都係要想你改嘛。咁呢個關係係唔能夠改變嘅，所以佢一定係扯住你嘅咁。咁但係我哋唔扯住堂區裏面啲人，就係我哋知道我哋隨時可以唔見佢嘛咁。咁但係個吊鬼地方，既然你隨時都可以唔見佢，做咩你唔喐佢咧？咁樣我成日都唔明呢個道理。我諗要改變個思想，我哋大部分人都覺得神父係。都是天主的代表啊嘛，咁好似挑戰佢咧，就好似即係會唔會嚇？我哋即係作為教友，會即係過唔到自己個關咯。所以我覺得第一步個改變咧，就係你唔好挑戰佢。你其實唔係去挑戰佢，你以為你挑戰佢啫，其實你只係講你自己嘅睇法。想法同埋需要，我唔係要挑戰佢嘅。而家有陣時候，我覺得個困難咪喺呢個位嗰度，就係好容易就有一種咁嘅諗法咯。即係
即係交流當鬧交，即係我可能只係同你交流啫，但係一去交流本身已經係鬧交㗎啦，咁樣，即係依個係好慘嘅，依個係，即係甚至唔好話神父啊，我知道有陣時即係教友嗰個 level 嘅團體都會係咁嘅，有某啲工作嘅團體裏面就係、是、有人問一句説話咧，另一個就頂㗎啦。就是你喂，我哋係一個所謂愛同埋共融嘅團體，點解會係咁樣呢？即係我譬如神，你話頭先講神父嘅嘢，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講你主日學教得唔好，咁我反映我個意見，我就反我唔係挑戰你嗰、那個主日學，咁係好悶喎。我個女翻到五年班到嗰次，終於我哋要轉，點解呢？就係、是、佢每個禮拜六翻嘅，佢每上完一次之後咧，就喺個日曆嗰度塗黑嗰個日子，又過咗一次啦咁樣。咁你個事實就係咁啦，個細佬哥就係咁啦。咁佢話上堂嘅時候就班男仔就喺地下碌咁樣，咁即係個事實就係咁，我咪話俾你聽咯。咁我又你覺得碌係活潑嘅表現，咁都可以嘅咁，即係。咁如果大家都表達意見，其實嗰個情況咪唔同。我唔係要你改，我話俾你聽係點樣，呢個好重要。本來我真係考慮過講唔講，即其實又唔係點講咧。我哋個堂區唔開名啊，係由好多個善會依家冇乜善會噶啦，已經有啲疫情，我哋唐家組都唔當我哋係善會嘅。OK， 呢個唔重要，我哋閂埋門自己玩啦。好似你話齋，嗱，其實我正話聽完曬之後咧，我睇到一個好大嘅現象啊。若果唔係今日嘅流失，唔係今日嘅情況咧，或者甚至歐洲嗰邊仲嚴重咧，就唔會出呢一啲咁嘅OK 改革啦。OK， 但係如果呢個改革只係限於想吸納多啲人啊，或者乜乜乜嗱，其實我覺得唔會太 work 嘅，某個程度，而係話當我哋要喐嗰陣時候，呢個係地震嚟噶。呢個地震咧係由下而上又好，上而下又好。個 point 係咩咧？我哋個堂區神父可以去到個權威去到咩咧？呢十年啦嚇，講緊啊，係去到咩咧？更改堂區議會嗰個規章 ，A 做正 ，B 做副，跟住邊個話做四年啊？一改可以改到，邊個話需要有教友參與啊？冇得 sit in 添喎 ，OK 啊，即係唔好講善別念唔念經呢啲小問題啦，啊 OK， 我自己親好有個迷思就係好簡單，我哋成日會教友成日會覺得。服從啊嘛，呢個係聖德嚟噶嘛，啊最難就係、是、我亦都問過啲修女九啊幾歲，哇你做咗修女咁多年，呢、這個最難咩？服從咯，服從長相，服從教父，服從教區，服從一路服從上去咁樣，同埋又逼真嘅，大家一唔出聲，只係譬如有人表達咗之後咧，有啲其他嘅兄弟姊妹咧，唔會咁容易。起哄或者會可能冷靜啲，褪後一步再諗一諗 ，OK， 再褪後一步諗一諗，諗諗下咧就唔見曬呢啲人噶啦 ，OK。其實呢個地震咧，呢個帶嚟嘅影響唔係剛剛你講嗰扎噶，係甚至好危險地再發掘深啲咧，就係好多問題，甚至到學校去到校監都同一啲教師傾過，好即其實係。整個教區，整個甚至我哋嘅宗教，可能天主俾呢個機會，我哋真係去諗一諗呢個 point， 係下情不能上達，好多嘢真係我點出聲啊？啊，出聲又流於個人嘅情感啊挑戰啊，又變咗或者因為我直情問一為我嘅侄孫攞一張領洗紙，佢係老坦嘅，佢問咗我三次點解要攞領洗紙？好，我領洗紙嚟做乜？即係你啲私人嘅，我知唔應該提。唔係，我哋因為原來過曬時啦、我哋完咗，我先至同你慢慢傾下。我哋先，因為可能有人要需要走先嘅咁樣。嗱，咁就好多謝大家參與。咁就真係仲有興趣傾咧，其實我由底繼續傾下嘅。不過我估有人會完先嘅。咁有冇嘢要講咧？冇乜特
別可以有興趣可以留低可以慢慢傾嘅。咁呢個課題即係可以計，即係傾唔完嘅啊。咁啊就即係其實係非常好啊。今日咧阿峰咧係。是是好實際問題，我們這個是自由捐獻的，大家呢即都可以支持碳通啦，就即捐獻箱在 counter 那邊這樣。如果要個 PowerPoint 都可以，是剛才寫了 email 了、哦、好好好，那我們簡單祈禱結束、啊、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對嗎？聽說我們知道所有的方向其實都最後都是靠你去指引，我們最重要是在心裏面去領受到自己的聖神，要有那團火，唯有那團火可以帶領我們 去照亮自己，亦都照亮別人，甚至去跟其他 的光加在一起，可以照亮整個堂區。都求你給我們這種熱力 去溫暖和去改變這個世界，我們一切都依靠你。以上所求是因主耶穌基督之名而求，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門。因父及子及聖靈之名，阿門。好，多謝曬大家，好，拜拜。你使唔使愛德服務幫你處理？唔需要。多謝曬，多謝你，唔該曬你。唔係，冇舉手之喎。點啊？你冇嘢講啊？假如有啦，咁想問你個女。是誰做主日學老師啊？哇，真是除了那個啊，不要問一我都不知道，我不記得了，那個做成30年的怎麼得罪啊？那個見到那個現象啊，那就有些什麼可以繼續談一下，才知道那天沒有主日學在門口喊，有我是見過有小朋友是但是我想說，我不覺得導師是不好、啊、他是好，但是他曾經跟我說過，就說、要共融要玩要認識，在學校都有的，你回來是學習城市的，我當場都沒有說，是模式的問題，其實是模式的問題，是文化，又是的，是個諗法的問題、哦、文化不同的嘛，他們每朝早由一至六，要好 discipline 的，好我班大部分啦，就真的要練玫瑰經，真是練土文的，咁你同啲細路講完。